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九员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先请议事人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9:02至12:32，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11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17人，请假委员马文君，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高广齐及所属人员，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人员，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局长杨国强请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常务副署长龚光宇、署长王崇仪请假，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署长蔡日耀、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报告我国渔船遭印尼武装射击事件与南海情势发展对我主权领土安全之国防挑战及外交因应，并请国家安全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列席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国防部部长高广齐报告，委员林长佐等13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国防部部长高广齐及所属军医局局长吴宜昌、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常务副署长龚光宇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署长蔡日耀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至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徐志荣及马文君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2案：一，根据规定，国军人员服现役期间，如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患者，赴国防部所属各国军总医院接受诊治，倘经诊断符合常备兵、病伤残废停役检定标准及陆海空军军官士官病伤退伍除役检定标准，载视之精神系统伤病、病伤，即可办理停役程序。为目前停役离营后并无转之卫生医疗体系列管追踪之规定，社会安全网出现漏洞，原此要求国防部于2周内会同卫生福利部、内政部、议政署等相关单位共同研商人员停役及退伍后是否通知户籍地卫生主管机关，继续给予医疗协助及社会关怀。提案人：江启臣、陈廷飞、刘世芳、王定宇、蔡诗印、罗志镇、林长佐、吕孙林、吕玉玲。决议照案通过。二，有鉴于近日我国籍渔船于近印尼水域遭印尼公务船开枪驱离，虽所幸无人伤亡，但对我渔民之保障、渔业之发展仍为高度之风险，查2005年至2009年台湾与印尼曾签署台印尼海洋及渔业合作备忘录，然2009年至2016年却无继续签署，以至于无法具体保障我渔民权益。另现有渔业合作协议包括台日渔业合作协议、台非渔业执法协议，原此建请外交部、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尽速重启与印尼之台印尼渔业合作与执法协议之谈判，以保障我国渔民渔船与经济主权。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罗志镇、王定宇、蔡诗印、吕孙林、吕玉玲。决议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是否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议事人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0人拟具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邱志伟等25人拟具兵役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四，审查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抚恤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五，审查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抚恤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以上宣读。好，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与会的委员，还有我们列席的各位长官啊。我们在场的委员有吕孙林委员，然后罗志镇委员、蔡诗印委员，还有严宽恒委员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列席的各部会的长官如下：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尚将，以及国防部的常务次长王信龙中将，国防部总督察室副总督察长吴宝坤，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主任梅家树中将，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军备局副局长许文章，主计局代局长陈国胜，军医局局长吴宜昌，战略规划师代师长李廷胜，资源规划师师长陈正奇，法律事务师代师长林纯美，整合评估师师长严正国，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儒，政风室主任古嘉二，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普中将，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这打错了，写张廷廷，对啊，张延廷啊。好，作战及计划参谋次室次长周浩宇中将，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中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中将，还有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中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刘少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柏中将，以及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少将，支电作战指挥部指挥官杨少将，防空飞弹指挥部指挥官谢少将，国家中山科学院副院长，这个是怎么念？是念稿，抱歉，抱歉，稿，副院长啊。好，我们另外有全序部的退辅师副师长林春美，教育部体育署副组长蓝坤田，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检任视察沈西南，内政部议政署副署长梁国辉，内政部消防署副署长陈文龙，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给予福利处副处长林锦慧，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处长黄碧霞。还有没有？就这样，好。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长官了。接下来我们先做提案说明啊。首先，请严宽恒委员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席提案说明如下：针对天灾灾情惨重，常常因为第一时间紧急命令并没有发布，亦难无法因此办理提前退伍回到灾区协助重建，这些受灾区亦难第一时间难以承受是可以想见的。接下来还得面对心理层面的煎熬，对个人及所属部队都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现阶段灾害防救法并没有将受灾区的役男提前退伍的规定纳入，本席认为政府应该站在人道考量及灾后重建的观点，同意配合进行修法与采取相关配套措施，在兵役法中增加提前退伍的要项，可以解决役男回乡服务的问题，
尤其在2206台南大地震发生，许多国军人员其实也是受灾户，让他们回乡投入灾区重建，不但能为家园重建尽心尽力，也更能够加速灾区重建的速度，特提出兵役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做以上说明。好，谢谢。这个邱志伟委员有没有来？还没哈，那我是不是请刘世邦招也可以帮我代理一下？好，请江委员。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长官先进哦，本席在这边做两个提案的说明啊。首先第一个提案是针对过劳死的部分啊，那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些年来啊，不管是在民间部门还是公务部门啊，有不少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他可能因为积劳成疾这些等等，而有所谓的被判定为所谓过劳死这样子的一个病因啊。那这个详细的来讲，当然可能是因为长期慢性病的这个诱发所产生的猝死啊。那这些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有一些疾病的存在，但是却在不自知或者不以为意，然后呢，这个疲劳的蓄积啊，来造成。例如，因为长期加班工作过于劳累啊，触发急性循环系统的疾病，这个通常包括急性的脑血管疾病以及心脏疾病两大类。那这一类的疾病就是所谓的过劳死啊。然而，如果在公务部门，如果非于执行职务时，或者非于公差期间，或在办公室所触发的这个疾病以致死亡者啊，在抚恤的实务判定上面呢，时因常会因为是否属于这个因公死亡而有所争议啊。本席在过去曾经就遇到过好几个陈情案啊，当然不是国防部的，可能有其他的公务部门的啊。那所以公务人员的抚恤法在第五条，他早在1999年就有修正，将过劳死判为公务人员因公死亡的事由之一，但是军人抚恤条例啦，却还没有这个修正啊。因此，本席提案增订《军人抚恤条例》第七条第七款，将戮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明文列为军人因公死亡得申请抚恤的事由之一啊。这是第一个提案。那另外一个提案是关于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抚恤金的请求权的时效问题。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131条，在民国102年有关公法上请求权时效已经修正为公法上之请求权与请求权仍为行政机关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与请求权仍为人民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这个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实际上早在102年就做了相关的修订啊。那所以是为了维护这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啊，本席提案修正《军人抚恤条例》第33条，将军人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期抚恤金的权利请求权时效修正为10年啊。那其他各法中关于人民请求权时效的修正，本席也陆续在提案推动当中啊。那希望我们今天军人抚恤条例可以成为这个表率来率先这个通过啊。那以上是两个提案的说明，谢谢。还是他要来再补也可以的。好，我们这个因为另一个案的提案人还没有到场哦，那到场的时候我们会再请他做补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部会来做报告哈。
首先先请国防部陈副部长就兵役法的部分啊来做综合的报告。兵役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及军人抚恤条例第七条、第三十三条修正草案在的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大院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兵役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修正草案与委员提案修正的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及军人抚恤条例第七条、第三十三条等条文修正，个人有机会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并对各位委员对于国防事务的关心与指导表达感佩之意。本次兵役法的修正主要系为符合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的人员核定机关的实务做法，并修订是类的人员服补充兵办法的主管机关，因为促进性别平等，修正申请缓招的要件，同时因应国军官兵之配偶纳入合葬或供错于军人公墓之实况，增列相关规定。另外，有关军人抚恤条例的修正，是加强伤亡官兵及其眷属权益的照顾与保障，可以有效提振军人之士气。以上修正内容均符合兵役事务推动、军人抚恤照护实需，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与支持。修正草案相关内容，我们接续由本部的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正奇先生向各位委员做出具体报告与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大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兵役法及抚恤条例相关条文，报告如后：本部研拟的兵役法修正案，主要系完备兵役事务推动的时需，为符合性别平等规范之意旨。全案依序报告如后：一、修法的目的，为符合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人员核定机关之实务做法，同时配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之意旨。及因应国军官兵之配偶纳入共合葬或共错于军人公墓之实况，以符法治精神。二、修法重点，本次共计修正三条条文，要点如下：一、将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人员之核定机关修正为教育部，并将其服补充兵之办法授权修正授权由教育部订定，修正条文第十七条。二、现行负家庭生计主要责任者得于缓招之原因与性别平等规定之意旨不符，原将同父兄弟修正为兄弟姐妹，其父已年逾六十岁或死亡修正为其父或母已年逾六十岁或死亡。另为保障接受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学生之受教权，原将高级中等学校现职教师增订为得申请缓招之人员，其增列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得予缓招，修正条文第四十一条。国军第三，国军示范公墓及中陵殿于新建之初均已设置双穴，为落实政府照顾国军官兵及其配偶之政策本旨，兼符合葬错执行规现况，修正为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现役军人及配偶，战死或因公殒命现役军人之配偶及荣民本人及配偶死亡者，得葬错于军人公墓，修正条文第四十四条。三、相关法令影响评估，本法为国军专属兵役行政的事务法律，本次之修正并不影响其他法律之执行。修正公布后，内政部需配合修正免役禁役缓征缓招实施规定办法，本部需配合修正国军作战或因公亡故官兵安葬纪念表扬实施办法及国军现役及退出役官兵因病或意外亡故申请葬错及金钟状作业规定。四、执行之员额及经费影响评估，一、本次修正无需增加员额，本法修正后将不增加政府预算。五、冲击层面的影响评估，一、将国家体育
禁忌代表对人员之核定机关修正为教育部，并将其服补充兵之办法修正由教育部定之，以符合作业实况。二、配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保障性别人权及促进性别平等之规定之日子，修正申请缓招之要件，可保障性别人权及促进性别平等。三、增列国军官兵之配偶纳入合葬或共处于军人公墓，可落实政府照顾官兵及其配偶之政策本旨，兼符合执行实况。六、大院委员相关提案，委员先进提案增订兵役法第十八条及兵役法第三十七条，仅依条文性质归纳报告如后。依兵役法第十八条，严委员宽恒等二十人，提案增列兵役法第十八条五款，成为政府认定的重大灾害受灾户，需要协助家园重建者，得申请提前队伍。国防部意见。依兵役法第十八条规定，常备兵在营期间在平时有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得提前退伍。二、另依常备兵补充兵服役规则第十五条所定，常备兵现役在营期间，原负担家庭生计主要责任之家属死亡或家属赖以居住之房屋，因不可抗力之灾害致全部毁损，得申请提前退伍。三、有关役男家庭如因天然灾害或重大事故，本部均主动依前接规定协助役男办理提前退伍。例如九二一地震、八八风灾、高雄气爆、复兴空难、八仙城爆、零二零六台南震灾及三月份三重火灾等重大事故，现行规定已符合执行需求，并可迅速弹性处理。原建议维持现行规定。二、兵役法第三十七条，邱委员、志伟等二十五人。提案增列兵役法第三十七条六款，灾害防救召集，依灾害防救需要执行灾害防救任务时实施之。国防部意见。查国防法第二条第三及第三条，以明定协助及执行灾害防救为国防任务。另于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以明定行政院可动员办理执行平时防灾救护事项，并配合兵役法及灾害防救法相关规定，于国家遇到天然灾害或重大天然或重大灾害时，可动员后备军人后备人力协助救灾，故检视目前相关法令业已完备，并可落实执行。原建议维持现行规定。接着向各位委员报告，军人服役条例第七条及第三十三条修正草案。有关委员提案修正军人服役条例第七条及三十三条，报告如后。第七条的部分，江委员启程等十七人提案增订因陆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为因公死亡之事由，国防部意见。公务人员抚恤法于一百年一月一号修正施行，将陆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纳入因公死亡事由。二、现行军人抚恤条例规定之因公死亡范围尚未订定陆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认定上亦产生争议，将陆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纳入因公死亡之事由，使军人抚恤制度更为合理，有效鼓励陆力从工，必无后顾之忧。本部同意委员的提案。有关三十三条的部分，江委员启程等十七人提案将人民的公法上请求权消灭时效由五年延长为十年，国防部意见。行政程序法将人民公法上请求权消灭时效由五年延长为十年，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期抚恤金之权利亦属人民之公法上请求权。将军人抚恤条例规定请求权消灭时效配合修正为十年，将维护法律体系之一致性，充分保障军人及其眷属公法上请求权的行使权利。本部同意委员的提案。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我们有没有其他单位要做补充的报告？若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询答哈。那原例本委员会八加二分钟，非本委员会六加二分钟，十点半截止登记。我们现在开始询答，首先请第一位登记发言陈廷飞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哈，我们请副部长，请陈副部长备询。委员您早。副部长，我先就教一下哈，国防部参谋总部致电作战指挥部办理标案金额三百万元的雷达站通讯系统备用电池采购案，这个案子我们的检调开始调查，你知道这件事情？了解，是。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在去年四月份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利用公开的场合把它丢出来，可是最近减掉开始搜索，原因是什么？是他有发现了重大的弊案，还是什么原因？你了解吗？报告委员，最主要是有关他提出的原厂证明，这个和变成他有一部分是变伪造，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原先审标的过程中间只要求厂商提供资料，这个现在找出变伪造了以后就是违法的。谁找到？谁找到变伪造？是检调找到变伪造？现在还没有。不是你们国防部找到的？现在只是疑似，并不是我们找到的。那疑似是谁发现的？检调。有人检举。有人检举吗？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用这个问题来跟你一起讨论？今天我们国防部有所有的案子，有多少个案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厂商的背景，还有他提供的资料，他的真伪，有多少个案子？这都大案欸，连一个电池你都没有办法辨别他的真伪。在四月份，去年四月份，我已经提供了资料给我们国防部，已经跟你们提醒这个案子有问题，为什么光我们国防部自己的公告，在第一次公告103年12月5号公告的时候，原产地是中国大陆，原产地中国大陆哦，电池我们台湾国防部所用的备用电池，居然公告绝标地点是中国大陆，经过大家的申诉。我们在103年12月27号更正绝标公告，公告变成了新加坡。再来，最好笑的已经变成新加坡了，居然104年4月28号还可以更正绝标公告，把原产地再修正为意大利，根本就为了厂商量身定做嘛。一个公告，电池的公告原产地的国别，可以从中国大陆变成新加坡，变成意大利。结果当时候把资料提供给我们国防部，我们国防部置之不理，就必须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检举之后，检调发现了有变伪造，开始搜索。但是请问，这一批已经交了吗？交了啊，在用了吗？在用了，电池已经在用了。好，那现在检调发现了，确实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四月当时候哦，才刚在公告哦，去年四月我们就提醒了国防部有问题，国防部不理我们，不理我们，让他一样交货，让他一样可以用。结果现在检调正式搜索了，发现有变伪造。但是已经在用了，交货了，怎么办？怎么办？首先对委员在监督国防大政方向的指导，以及对这个案子细节执行的深入，我个人表达非常敬佩。因为原先厂商所出厂证明，他这个审核真伪啊，他的权责不是国防部的，但是国防部会全力配合检调来厘清这个案子。那么如果有部长，不是你们在判别真伪，那谁在判别真伪？表示你们没有能力去审核所有厂商给予的资料嘛，是不是这样子？有部分的资料在招标过程的当下事实上是没有判别的能力，但是现在部长，我向委员报告，我在去年四月，我的这个资料已经很清楚提醒你们，这个一定有变伪造，否则怎么可能一个电池的厂地，它的原产地可以从中国大陆变成新加坡，又变成意大利？它一定是有变造，但是并没有一个国防部相关单位，包括你们的采购单位，没有一个人采信，任凭它继续交货，任凭它继续使用。那你说你没有能力辨别真伪，那请问谁有能力辨别真伪？向委员补充说明，
现在我们改进的方法，也就是针对委员的指导，在收到了原场地的证明以后，我们使用单位要回溯去向原厂求证，这个需要一个在开标前的时间作业过程，这部分我们已经在改进了。我下面有改进吗？有改进，我现在请这个采购室主任向您做报告。有改进吗？委员的最近这个我才又提供了一件是生物增检车，我才提供一件认为有问题有变造的，然后呢也一样提供给你们陆军，你们采购单位，你们采购单位怎么说？没有问题，我们自己都去confirm过了，这是你们说的哦。所以如果有问题呢怎么办？如果有问题怎么办？你们还可以发 mail 给原厂商哦，你们那么厉害哦，你们那么厉害可以发 mail 给原厂商，然后原厂商给你几条文字，你就认定说这个文件是 OK 的，好厉害哦。如果我们自己国内的厂商如果没有提供证明文件，你们接受吗？一定不能接受嘛。可是为什么对于某些厂商你们是这样放水？副部长，生物增检车这个花费更大，不是300万，是好几亿啊。我麻烦你查一个资料，我们的生物增检车里面有要求不能用大陆制品。是的。是不是？是的，正确。因为这个是要作战的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大陆制品能够侵入到我们这个生物增检车，那就糟糕了。它只要设一个晶片在里面，你就不用侦测了，是不是？副部长，是不是？我跟你讲的是正确的。好，在规格上面是这样子的。我再提供一下哈，生物增检车，你去查啦，你去查啦哈。今天我这边有一份资料，华硕的电脑生产线在2006年，他自己就已经有对外公布。他的电脑生产线已经转移中国，而且计划已经尘埃落定，电脑生产线哦。但是这个生物增检车里面，厂商所提供的一份资料里面，他的电脑所使用的就是华硕的 ESC500G3，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可能是大陆制品，你要去查。它这一个华硕的电脑生产线有可能有三大基地，有一个是上海南汇厂，一个是捷克，一个是墨西哥，它有三大生产地，所以你要去了解东西从哪里来的，因为它这个是电脑甚至还有面板的问题，如果它丢了一个晶片在这个电脑里面，我们吃不完兜着走。它是生物增检车，所以副部长，我今天提供的这个资讯给你，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查，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查，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生物增检车它所花费的，我问一下，你知道生物增检车大概我们这一批采购的是多少钱？大概7亿5千万。7亿5千万。7亿5千万，13部车。所以如果今天用的不该用的东西，很糟糕啊，很糟糕啊。所以副部长，我只是提醒你，到底他在台湾是没有生产线的电脑，华硕的电脑，依照我们现在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对的，我们跟科技部了解，华硕在我们各大科学园区并没有设电脑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跟科技部来了解的。那么它到底是使用中国的，还是捷克的，还是墨西哥的，我们不清楚，还是有可能从中国然后又变换一个身份又来到了台湾，但是最终出厂的还是在中国，这是电脑面板的问题，因为我认为非常的恐怖。尤其现在如果他安装了木马程式，我很难想象
我们的生物增检车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会变成废铁，因为连用都不能用，用了之后很可能会变成木马涂层剂。副部长要小心啊！我提供这些资讯给你们，感谢委员的提醒，希望你们查清楚。也感谢，要不要查清楚？我们会做细节了解，整个会查，会查清楚吧？会的。如果愿意，我提供给你资料，我愿意提供给你，但是不要每一次提供给你之后，又回个文说没有问题。感谢委员对案子的，你们这一次被搜索的就是如此。我还开了记者会把这个资料公布，结果国防部跟我讲说没有问题，结果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还有变伪造的问题？我们希望国防部不要再是这样的做法，没有办法去查清楚的，你们诚实，但是可以要求厂商提供资料，如果他提供的是错误的，当然厂商要负担所有的责任，你们也可以去做查证的事实啊，可是你没有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查证。好，副部长麻烦你哦。谢谢委员指正。下一位我们请蔡适应委员质询。主席好，能不能邀请我们副部长，请副部长备询。副部长你好，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陈廷飞陈委员所提的，我们在财政部对于这个海关进口如果对原产地有争议的话，财政部通常都会去函给外交部的驻外单位，请他们去现场工厂查核。其实对于刚才陈委员提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发现有问题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专请你们的驻外武官或者是外交部我们的驻外代表处直接到现场的工厂去查核，你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生产这一批的产品。谢谢委员指导，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在透过驻外武官，当然嘛，现在我就说人家去年四月告诉你啊，你如果去年四月就赶快去查的话，就不会到现在去剪掉去搜索。委员讲的是对的，但是做比不做好，我们现在改进，所以这个要进步。因为我想财政部做这个东西在十几年前就在做这件事情了。谢谢，跟你讲一下。好，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对整个修法的部分，在这个灾害抢救法里面我们邱委员25人提出说灾防法的修正里面说希望可以在动员里面把它加入嘛，那按照国防部的说明是说认为不需要，那国防部也认为说目前的救灾其实大概基本上都已经足够了，然后另外呢，今天我看到了联合报也出了一篇新闻，特别讲到我们国军的工兵部队救灾的，但也兼打志愿役宣传的一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部长，我想请教你认为目前我们国军对于救灾的训练足不足够？向委员报告，我们这个题目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一般的灾前的训练嘛，对不对？灾防撤离啊，协助啊，这是由常备部队。那么灾后一般的复原，如果地方政府人力不足，我们则用后备部队，以这个环境的。你所谓的后备部队是怎样的？是现役的后备部队，还是教招后备部队啦？教招。那我们现在过去几次有哪一次使用过教招后备部队？我们是现在新修的嘛，还没有。有没有在过去还没有没有过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需不需要修法？你觉得需要？目前你来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来做，需不需要修法？委员好，我是后备参谋长李世国。目前我们在对于后备军人、后备部队的这个灾后这救灾的这个训练的部分，那目前我们是在每一梯次的教导课程里面，我们排定了4个小时，它的一个救灾已经有排了，就对了。是的，有排了。那我是说，刚才副部长所提的，如果有需要救灾后备军人动员救灾这个部分，要不要修法，还是可以直接执行？可以直接执行，因为目前已经有相关法令规定，已经有法令规定，就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对于我们本委员25人所提，你们觉得在现有的法令规定里面就已经有符合可以使用了，就对了。好，是的。为什么会这样讲？来看到再下一个就是我们江委员提到过劳死的条款我想问一下国防部，国防部自己在军人抚恤条例里面自己有没有提出这个案子的修正案出来？有没有？委员好，我智慧室室长。那么原来我们是没有做修正，但是我们一直注意公务人员的这个他修法。没有修正为什么你们
公务员服务法服恤法100年就提案修正完毕了，今年是105年来，你们为什么觉得它不需要修正呢、啊？因为军人的工作性质哈，跟公务员的确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刚才如刚才江委员所提的，我们很多过劳死的认定啊，是因为他的工作劳积劳是长期以来造成的。我问一下哈，目前军方过往你们有没有过劳死的案例？有吗？那怎么处理？后续的抚恤按照什么办法处理？就是因公抚恤，就是因公抚恤就对了嘛。那你们认为加了这一条条例之后，是不是在认定上会更加的容易还方便？是的。OK， 好。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说救灾这件事情哈，就刚刚如同刚刚提到的救灾这个部分，它是需要很专业的一个部分来处理了哈。那像这次我们国军救灾哈，我看到了我每次的救灾。我认为我们的国军救灾的训练部分，也许可以再增加他的训练的一个训练量吼。只是我不晓得说这样的一个训练量会不会造成我们军方除了在战备之外，会不会有增加太多的业务量，让军人产生过劳死的问题。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军方必须要去衡量说，如何在维持战备准备的一个状况之下，对于我们整个的救灾的协助，如何能够达到更妥善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在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国军部队能够迅速到现场去支援他们。但我认为，我们的国军的支援要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我认为是要减少过往几十年前的做法，总是拿着圆锹、拿着脸盆过去哈，甚至连这个手套都是一般的棉质手套。我认为这都不够的专业哈。那这部分，我会认为说，国防部这边应该就救灾的部分重新立。你一个新的 SOP 的，我所谓的 SOP 包括你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是不是要列为你的采购事项？假设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第一线部队列为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需要，因为这法律规定的嘛。我觉得在这部分你的设备必须要增加哈。啊，再接下来我要请教的关于就是最近哈，我们的军人的这个服装的问题哈。我们军人的服装里面目前呢、啊，副长你知道说各军种现在推所谓的数位迷彩嘛，对不对哈？好，那目前有所谓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其实觉得应该可以跟现有的部队的迷彩服有一些区隔，因为作战训练的不一样。那副部长，你个人怎么看？向委员报告，在若干年前，全世界的部队它都有军种服制的特色，像陆战队的虎斑迷彩就是之一。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服装从84年到99年，整个国军的迷彩已经使用了15年了。目前参照全世界服装的发展，包括美军、韩国，实际上新加坡的迷彩我们也协助设计，所以现在的迷彩特色就是在它作战环境中它没有特色，它跟作战环境要融为一体。我了解了，所以太强调特色。所以副部长，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全世界各国的衣服都是一套标准而已？只有颜色深浅，沙漠迷彩、丛林魔彩、丛林迷彩、迷彩城镇作战的迷彩。那这样，海军陆战队的在哪边作战呢、啊？我们现在的作战是防卫作战。对，我说海军陆战队主要的，我们是在水际滩头，对嘛？还有作战区，水际滩头跟城市不大一样嘛？但是我们是配合它的陆上作战，是配合作战区共同来。所以你刚才讲了说有差别嘛？哈，我们来看下一个哈。这个是我们目前防炮未来，为防炮未来是不是也要换成数位迷彩？也是换，全国军在今年底都会换成迷彩。这是我们特战部队嘛？特战部队也要用数位迷彩吗？也用数位迷彩。特战部队也要用数位迷彩？不，你到了雪地化，另外外面会照白色的，但是里面还是数位迷彩。里面还是数面，全国军都是用数位迷彩。那再接下来哈，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国家的哈，像这是美国的。美国它是不是基本上它针对它的战区还是有分所谓的丛林数位迷彩或者是城镇的数位迷彩嘛，对不对？好，再看日本的可能也有分嘛，比如说航空的数位迷彩啦等等的。那我在想说，我们全国的军方单位里面啊，是像空军防炮，它应该是属于比较专门在这个机场的守卫嘛，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海军陆战队，我们过去对它的定义可能是在目前来讲是滩头的作战作用嘛，对不对？或者是抢滩登陆作战。所以国防部是不是考虑一下，一样是数位迷彩，可是这几个单位是不是它应该要变成所谓的比如说是海洋迷彩啦，或是怎么样的做法？那我想说请国防部就这个部分来检讨评估一下，如果把它因为颜色一些差异，比如说它变成这个海洋迷彩的话，那它的费用
到底是不是在国防部认为这个费用实在太高了，你能不能负担的问题。我是想去国防部就这个部分能够重新来做一个评估一下。我们会根据委员的指导跟建议，因为我觉得我们其他国军的各个部队里面城镇的数位迷彩，我想大部分国军衣服都一样，我觉得这个 OK。 但是在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因为它主要不是城镇作战嘛，好，我想我们最初对它的定义不是城镇作战，所以我认为说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在这个部分的数位迷彩是不是考虑用所谓的海洋或者荒漠的这个做法的迷彩来做，我认为会更符合整个作战的一个区域，它还是属于数位迷彩的部分。最后我想请教一下，4月6号兰德公司出了一个研究报告，我不晓得国防部知不知道这件事情。4月6号兰德公司出了一个台湾的军力的一个报告，我想副部长你有听过这个消息吗？哦，有，对对，哦，你很厉害，你都知道。好，你看完了没有啊？我整本看过。看完了齁。你认为他写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就是说减少我们的飞机增加的飞弹齁，他大概结论是这个部分啦齁。你认为这个部分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报告员，这个报告是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他是国防部委托兰德做的，对对了。兰德是以智库的角度，从所以不是兰德自己出的，就对了，不是自己出。OK， 好。那么他的建议啊，是基于未来20年，他从威胁的成长，我们的国防预算可获分配，然后你要维持基本战力，这种不同机种组合下，那么可能你会力有未逮，因为他的导弹。我了解，所以他认为说，所以你觉得他的建议方案，因为他对我们现在的兵力结构有点改变了齁，你认为他在增加飞弹、防空飞弹或者增加防空牌这样的一个主张？他的建议啊，如果你拆开来每一项，它都有一个特定标的，我们觉得它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些情况并不完全符合我们一个军种组合。飞机、飞弹、机炮，国防部为什么要委组成？部长，我最后请教，国防部为什么美国的国防部哈为什么要委托兰德公司做一个台湾的军事报告啊？他是要卖武器给我们吗？他全世界都有针对性做一些分析。好，那我想这个报告是从2001年做出第一版。好，那拜托我们的副部长哈，能不能会后请国防部给我一个针对这一个报告，国防部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一个书面的资料给我。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蔡委员。好，那我们现在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副部长。副部长。委员您早。好，部长好。好，我想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法案，但是实际上跟整个国军的结构啊，我在这边想要就叫这个副部长几个问题啊。首先到底我们现在救灾的任务当中，后备军人你刚刚有提到几乎都没有调过嘛，在过去的救灾经验当中，包括88风灾，有没有调过后备军队后备军人来做？向委员报告，我们的国军救灾基本上在灾前都是用我们自己现役常备的部队，对，但是往往因为灾损严重，那么后续的地方政府他没有能力完全完成善后，那么要求国军持续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经历了这个兵力结构的重整，人员数字也在精简。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过去的方法持续要求，有没有调了副部长？过去有没有调遣过？现在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因素，没有嘛？过去没有调遣过嘛？那你未来考虑要调？其实法律上是规定可以的啊。对不对？国防法里面其实就讲了嘛，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调备后备军队嘛。是的。但是你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调过哈？还有就是说，如果调的话，他们有没有能力在第一线协助救灾了？那刚刚其实其他委员也提到，就是以我们现役军人到底有没有能力协助救灾，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问号。虽然每一次的灾害发生，我们都看到很多后备军人在现场，这个某种程度上给国人一个心理上面的安慰，看到国军在那边有一个安全感，这我们都同意。但是救灾有没有效率跟效益，这个你们要去检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我看来，起码我当兵的时候从来没有受过救灾的训练。当然我们的部队还比较特殊，我们可能还有办法潜水干嘛，还可以去救一些这些溺毙的。但是其他部队我不认为啊。那甚至我是觉得说，国军去救灾不是不可以，但是国军的最重要任务还是作战。
那后备这一块你怎么样去整合跟利用？国军过去以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所以我在想，为什么现在发生灾情，你们也不敢调动了？你们不敢调动？那我们现在在各地的后备军呢，你们是怎么样掌握的？我也是打一个问号。好，还有连接到募兵制以后，你们推动的国民兵役是不是四个月？对不对？是，没有错吧？军事训练四个月啊，这四个月训练什么？有没有救灾？这里面没有，没有吧？救灾课程没有，根本没有啦，可能连枪机的拆卸都有问题啊。所以我认为那四个月是浪费，根本是浪费，而且不会有效。所以这个整个兵役的制度啊，募兵制要推动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募兵制的推动没有附带我们整个国民兵制度的完善啊，这个募兵制会失败，绝对失败。哦，副部长你知道吗？我们现在2300万，我们要维持200000的兵力，对不对？平均差不多115个配一个人去当兵，但是那是横跨各个年龄层哦。如果我们把年龄层降到你的除役年龄36岁以下嘛，除役年龄36岁嘛，36岁以下，你现在全募兵的话，我请问我们的国民里面，你平均多少个人要招募一个人来当兵？你有没有算过？有没有计算？大概10个要有一个来当兵呢、欸。全世界没有这么高比例的募兵了、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下一代，我们一年出生不到200000，我们一年的出生人口不到200000哦。啊，那这不到200000的人当中，你可能要抓超过1-2个来当兵哎、欸。不是、啊，每10个当中哎、欸，那比例很高哦。报告员，您刚刚讲的这个取样的数字是正确的。假如说每一局十个，所以我一说，但是第一个你整个他可以留用，不，这个总你留用不可能，每一个人他留用的那个年份都不一样，有些人愿意留，有些人不愿意留。好，然后而且这还有战力的问题，还有一个战力的问题，还有你一个除役年限的问题。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募兵制目前呐、啊，如果这样继续推下去，当然未来新政府会不会改，不知道。但是如果继续这样推下去，搭配上没有后备军力的这一块的补充，啊，不要讲救灾了哈，我觉得我们作战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刚刚讲说兰德公司叫我们买东买西那些，那买来武器我都很担心谁会操作，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当然这个整个募兵制的结构问题，我想我们可能后续再排专案来讲啊。但是今天我想要特别请教，就是说救灾这件事情，我是建议啦，你们要好好整合后备的力量。我们在民间有好多好多的民间团体啊，他们平常都是在从事救灾任务，而且是义务性的啊，救难组织啊，然后义警、义消、民防这一些，他们是自己出钱出力找顾问，然后平常做一些训练，必要的时候他投入救灾。请问国防部有没有帮过他们？有没有跟他们联合过？有没有帮他们整训过？没有吧？我请 全民动员室主任，给你委员好，我是全动室代主任。哎，我们现在这个民安演习啊，每一年的那是演习，对演习当中，在这个演习当中做过整合了，包括体制外的，包括公民事业，还有刚所谓的救难团体。请问他们平常你们有给他们训练吗？你们可能连基地都没办法开放他们进去，你知道那些打生存游戏的都是偷偷摸摸进到里面废弃营区里面去用吗？我也曾经跟他们进去看过一次啦，我觉得好可惜啊。我们那些废弃的军营在那边，然后外面有一群人，那些有一些还是你们职业军事官退伍的，他们对于这一种工作有热情，但是他离开了军事岗位之后，国家再也没有把他找回来做有系统的规划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投入可以去协助的地方，并没有。所以我在上会期，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李同安委员，我们都提过所谓周末战士的概念，就是仿效或者是改变所谓的美国自己在推动的国民兵啊 National Guard 这种制度，就是我们一般人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基于对于救灾、对于军事工作的兴趣，这些义警啊、民防啊、义消啦、啊，他们都是有这种热情的。他们自己买装备、买东西，然后自己去出钱出力，然后像台南大地震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救难团队都投入啊。你知道在地方上啊，火灾的时候谁是跑第一线？你知道吗？不见得是我们的警消、欸，是义消、欸，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更离谱的是，比如说我自己所在地，我们发生溺毙事件的时候啊，消防人员不见得有人有办法潜水去救，是我们海龙挖兵退伍的，帮他潜水下去救。然后这些人平常在哪里训练？他们跟我反映好几次，他说要找一个深水池来训练啊，潜水啊，拯救溺毙的、啊，没有地方可以借，没有地方可以借。那么多废弃的营区在干嘛？蚊子馆啊！然后你花一大堆钱去训练那四个月的兵力干什么？那四个月是夏令营，是冬令营的。这一些有兴趣、愿意投入的人，我们没有资源去帮他，去整合他。这些如果整合起来，其实就是你最好的救灾资源啊！我们养那些兵，其实最重要的任务是害怕、担心打仗。所以我们要准备、哦、他们必要的时候可以协助救灾，但是你在救灾这一块应该整合你的后备军力，还有刚刚讲那些民间的救难团体、义警义消团体，把那些资源放在上面，然后把你的营群开放，六日的时候请他们，你全部照册嘛，系统化嘛，把他们找来嘛，编队嘛，全国东南西北甚至各县市都有这些团体，平常的时候训练，必要的时候发生灾难的时候，这些第一线就投入他们救济，他们最了解动态、啊，光一个指挥交通就好了，你知道吗？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指挥交通多重要哎、欸！可是指挥交通替代道路，难道是你随便一个外地派来的兵他知道吗？你都要靠在地的，在地的这一些义警、义消、民防人员，他最清楚替代道路在哪里。怎么样指挥交通？怎么样疏散人员？他们最清楚。所以国防部未来，国防部不是只有做说这个国防的第一线这些应战的工作，当救灾也成为国防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一项的时候，你的人员的分配训练，你必须有系统的去规划。我刚刚只提出一个概念想法啊，跟建议给国防部参考。啊，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去把它做一个好的规划的时候，其实这个募兵制啊，我非常担心它是有可能会失败的，我们会出现很大的国防漏洞，空前的国防漏洞，甚至是救灾上的漏洞，你两边都会做不好，国防也做不好，救灾也做不好。副长，你同意吗？我感谢委员在政策面跟执行面上的一个指导，我们回去会。很认真严肃的来讲，我想这个没有什么政府交接的问题。是的，哦，国防也不应该是整合有限的资源要做最佳的整合，好不好？尤其那四个月的这个国民兵役啊，坦白讲，我真的觉得是浪费了大把大把的国家经费、啊、所以那个下会期我们审预算的时候，我本席我就会强烈监督、哦，因为在我看来，真的那四个月的兵役你们要好好检讨。如果你要走募兵制的话。那四个月的那些经费，你要拿来做什么？你要好好思考。那个一年花多少钱？预算多少？四个月的国民兵一年花多少钱？光那些训练经费？训练经费？军事训练役？哎呀，多少钱？21亿。21亿耶！21亿，如果各县市花1亿的话，哇，那些人力啊，跟资源，你知道可以做多么好的使用啊！哦，部长，真的好好规划一下。谢谢委员的指正跟指导。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罗志正委员质询。主席，可不可以请陈副部长？副部长备询。罗委员您好，副院长，我们先从法律条文开始啊，是11条，兵役法是11条修正，主要是希望能够凸显
男女平等嘛，哈，所以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跟歧视的公约。这一条本席没有特别意见，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一条会不会让缓招变得更难，难度更高？不会。不会吗？你看第五款，四十一条第五款，无兄弟姐妹、儿媳妇或母已年逾六十岁者或死亡者，是可以缓招的。如果照原来条文，只有无兄弟嘛？是。可是现在是无兄弟姐妹，这样怎么会不高呢？门槛更高啊。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这个同父兄弟修正为兄弟姐妹，或者其父已年逾六十岁或死亡，改为其父或其母。对 对, 对，那是放宽嘛。我想那是放宽的目的是要符合性别平等的。我知道，所以这一条原则并不是要让缓招的条件变宽或变紧，只是为了反映那个所谓不要歧视女性嘛。一方面是政策的本质是这样，再一方面就是说缓招的这些条件放宽，其实是在有社会上实际的需求。比方说像我没有反对，我只是说他没有放宽，他是让更严格了，要无父兄弟姐妹，是对不对？同样道理，你的第四款的第二项，兄弟姐妹均在营服役才能办缓招嘛，是，所以更严了嘛，是，对呀、啊，所以说你的目的要凸显的只是性别平等。但是事实上，这个做法本身最后会让缓招的条件更严格部分了、啊，对不对？这个如果委员这样说的话，其实应该那个范围是比较小的。我们如果从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影响不大了。好，我只是要提醒说，这个条文本身事实上会让原来可以办理缓招的这个条件事实上更严格了，让有些人本来可以只要兄弟就可以了，现在父母兄弟姐妹均在营服役才能够办理缓招嘛。我想我们在决定是不是可以缓招的过程里面，还是要看条件来。对，实际上有没有负担家庭的生计啊？这个我们会非常审慎来看。OK， 好，就执行上可能要注意一下哈。是。但是提到这个时候男女的这个平等，消除一些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年度的104年度的国军志愿士兵的甄选的员额，男女比例大概多少？目标那个哪个单位？跟委员报告，您是说今年的这个104年度的志愿士兵的甄选的员额？大概男女的比例大概10:1，对嘛？女性比较低嘛？是，还没那么多了，87%男士，12%是女性了，是，大概7倍左右。是。事实上，当你招生简章里面把所有男生的比例、男性的比例、女性比例列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有歧视的这个内涵在里面喽。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国防部针对所谓这个性别平权的部分，对于女性优秀人力加入国军，这个是不管官士兵没有错，是积极鼓励的，没有错。但是我想针对国防时需来说，还有各种武器装备的操作跟它的特性来说，我们定了一个，比方说我们在募兵制实施计划里面曾经讲，在107年我们希望把志愿役士兵女性官士兵的比例定到12%。很好，我现在只是讲就是说，当我们这么清楚列出男女性的比例的时候，事实上某角度是针对女性有歧视的。当然我们知道作战任务等等有它特殊的需要，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兵种应该是尽可能开放男女的比例啊。我随便举个例子，陆军的乐队今年要征募35名，多少男性？那个陆军的军乐队，那我回答你好了啦，好，陆军军乐队35名全部男性，女性名额0，有什么特殊考量吗？海军的没有，海军是6跟5哦，男性6女性5，空军是9，男性3是女性，为什么陆军35个里面要求100%都是男性？这个军乐队有那么特殊的这个性别的要求吗？我想军乐队一定是以他的这个军乐的专长为。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们的录取名额里面男性是百分之百，然后女性完全是零？有什么特殊考量吗？现在陆军军乐队里面有没有女性？那个参谋长，陆军参谋长，有没有女性？有没有影响你们的勤务？现在陆军军乐队没有女性，为什么没有女性？委员这样讲，我们回去检讨了解。对啊，如果军事专长，这个基本上应该没有那么强烈的性别的这个差异啊。那军乐队，而且大拉拉就写在这边，男性35名，女性0，这事实上是有歧视女性在里面了。而且军乐队他的专长的话，搞不好比男生表现的表演更好啊，对不对？可不可以检讨一下？是，这个我们检讨。是，主计局征女性1名，男性6名。1:6，有什么特殊考量吗？主计的业务有需要那么强烈的性别的差异吗？倒也没有。
那为什么差别那么多？这个我们去了解一下。为什么直接开放就好了嘛？也不用特别强调男性跟女性嘛。是。啊，所以我强调就是说，既然我们那么样高的道德标准或是价值观，就是要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那我们连实际做法上都出现这么明显的歧视的话，这的确要检讨，对不对？你们回去再检讨一下，下个年度的时候，有些这样的一个征募的这个员额，要适度的反映男女的这种尊重，可以吗？跟委员报告哈，我刚才跟您报告就是我们在107年希望达到12%的这个女性官士兵的比例，所以在这个总量的前提之下，也许每某一个年度它的女性的额会少一点，但某个年度依据退伍的需求，我们可能会调增。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浮动的，并您看到的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或者说它刚好现在是这样，但是总量我们都有在管制。对，极端啦，的确是很极端啦，100%都是男性不准女性，这不是很奇怪吗？也剥夺这些我们想有意愿。啊，愿意报国从军的这些女性啊，对不对？尤其是没有那么样特殊作战需求或者作战的特质的这些，应该尽可能开放男女的比例，对不对？可以吧？哈，是。好，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国军，当然很多的退伍制度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很重要是一个军纪这一块。副部长，今天报纸《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上士班长闯被窝。性侵一兵小鲜肉，你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觉？第一个，我个人非常错愕，非常遗憾，非常难过。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士官，39岁、37岁，跑到一个军营通铺里面去从事这个猥亵的行为，猥亵行为是事实上是令人不齿的。这是我们主动发掘，移送法办，我们自己做。空军参谋长来给您做细部。好，我先请问一下，他是解职、撤职？还是自己申请提前退伍？包委员，我们经过相关的人民会，他两大过一小过，他自己申请退伍。那现在是进入到司法群法办，所以我们并没有所谓让他解职或者是撤职。本来就是列入汰除对象，本来就把他列入开除。那实际的动作怎么样？就让他自己申请退伍了，直接移送法办。那在这个法办过程当中，他自己申请退伍。但行政上，我们没有给他免职或撤职。行政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因为在进入了司法群，我们已经做了行政两大过。对啊，但是我没有给他免职或者撤职。本来是依照这个司法程序完毕以后呢，依照行政并行的原则就是免职。对啊，所以你要等到整个司法，他已经退伍了。现在已经退伍了，是。那你没办法免职了。是，这个委员，我们下去以后，我们会针对这个个案来讲的话，以后看如何来防范。那我请问一下，去年103年度104年度，好，有多少撤职的案例？三军里面。那个副部长或者说知道吗？去年整个撤职的案例有多少？这个我们回去做个案还是个位数还是都是个案？还要查一下，会后给我们好不好？我想了解过去几年我们多少这个军事官是因为撤职或是免职而除役的。了解。不要这样之后把案砍下来，有人讲国防部把案砍下来，他自己就偷偷摸摸就申请退伍了。不让事情闹大，今天要不是因为媒体把它爆出来，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军方要特别重视军纪这一块，尤其军中的性骚扰的情况，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事实上要招募更多的志愿役会有困难的，不是提供退伍制度而已，而是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副部长同意吗？完全认同委员的这个指导。OK， 我再请问一下，本席提了一个案子，就是未来军事官的这种所谓退伍金的发放。应该是按月来领，不是现行的一种作业要点违反的母法规定，提前半年领。国防部有什么看法？鲍委员，我们尊重委员的提案，但是啊，我想委员也很清楚，103年为什么会政策提出来之后又停止，那么它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对跟不满，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所以我是针对这个案子啊，我们国防部的立场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老前辈他们年纪都高了，都已经大了。也如果说在对他的所谓半年一次的所谓退休俸的理财规划或运用规划，其实我们对他是要尊重的。其实哦，但是很多角度啦，是全台湾所有老年年金多久发一次，你知道吗？一个月领一次啊。是，但是劳工年金、劳工的退休金怎么发？一个月领一次啊。鲍委员，我想哈，我虽然不能说他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讲，
因为这些老人家他每一个月，比方说你原来是一年只去两次到邮局，或者是去看他存折，其实那是最要点的使用了。变成十二次的话，会增加他很多的。现在很多都是可以用其他比较技术上解决的问题，包括电汇等等的方式嘛。所以我们要改进那个作业方式，不是说先奠定半年领一次，然后事实上对政府的财政负担，还有对整个社会的公平争议，的确也会造成影响。跟委员报告，那么这个案子，我们还是广播的立场，就是说，第一个配合政府的政策了哈。第一个，政府有决策以后，我们建议哈，一定要拉开这个时程，做一个充分的宣导，然后让他们有一个非常一个合宜的适应期间。如果真的要改的话，你一定要让这些人亲自参与，收整他的意见，不致造成太大反弹之后，我觉得才有可行性。OK， 好，没问题。好，谢副部长。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席。好，下一位，请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马委员你好。副部长好。我想就今天大家所提出来的兵役法的修正哈，有很多其实基本上我们赞成。在某些不合时宜或者应当有适度改善的部分、可以提出来。不过就我的看法里面，本席的看法认为我们在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有一点过度的矫情。我提出几个来探讨看看、就是说以目前我们第二条，我们第二页的、就是针对、我们是基于性别平等的重视。我们把兄弟姐妹本来同父兄弟、兄弟跟父的这个条件，我们把它改成兄弟姐妹进去了。不过现在，我想其实还有很多必须要考量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子女众多，尤其在早期有这个法的时候，可是现在往往刚刚可能我们赵委有提到，我们现在一年的出生率不到20万。那未来我们面临的包括募兵或者未来的这些人员，其实会面临到很大的困难。有的家庭甚至只有一个人，可能不管是男是女儿，男的他可能面临到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产生有一些兵员的问题？如果就这个部分，鲍委员，刚才罗委员也有提示这样的问题哈，我想针对整个缓招的这个条件，我们是非常审慎的依据法令在执行，所以基本上您刚才讲可能会造成更严苛的这个状况，事实上我们在条件认定上，我会做一个依法的一个审认。我们不是认为说它过分严苛，我们是认为说有时候你放得太宽。因为会造成我们以后在执行上，或者面临你的兵员，或者未来在整个募兵上面，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状况。然后这一点我们特别提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在国军示范公募里面，我们是希望把配偶也纳进去，是不是？是，原来的规定就有。原来的规定就有。那状况就是说，他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很普遍？都很正常在执行，因为国军公墓有关中灵塔在新建之初就已经有设置双龛或双穴的这样一个、那个是多久之前？这个部分我们请那个后备指挥部来跟您报告。委员好，那么我们在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国军官兵弟兄啊，在身后亡故啊，包含到我们前辈，所以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中灵塔在设置的时候，我们就考量到有单身也有夫妇，所以我们特别设定了有双龛跟单龛的这个龛位。目前在使用状况下来看，那么双龛跟单龛的使用比例几乎是，以十分来讲，大概是6:4的比例。6:4比例就是说是夫妻一起合葬的状况也非常多，因为其实在美国，他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里面。毕竟、还是以军人为主，因为未来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状况，因为以目前的整体氛围来说，有很多我们的退役的将领、军官等等，其实他们在年老以后娶的是大陆配偶，未来如果这些大陆配偶也都能够
进到我们的军人公墓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有些限制上面，还包括年限啊各方面，我们是不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让军人公墓还是有它一定的荣誉，还有一定的威严，然后各方面那人夫妻 的感情未来是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做考量。我这里是先提出来，就我们在修正的时候，我们希望包括未来可能产生的疑虑跟大家的质疑，都可以事先做预防，不要我们改了以后越来越糟。好，这个部分我们想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地方，我们目前台湾有十几处的军人公墓嘛，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做一个更审慎的考量。那另外在抚恤条例第七条里面，我们有加进去因公死亡里面有加入陆立职务积劳成疾以致死的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我们公务机关有这样的规定吗？还是我们国防部自己本身的考量是什么？公务员在100年1月1日已经通实施行了哈，所以我们是参照这个部分来做我们的修正。刚才委员担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来如果这个法律修正通过了以后，我们在施行细则部分，我们会做依据参照这个公务员退休法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做一个调整。其实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更审慎的考量，因为公务人员跟我们军人不一样。我们军人其实大部分时间你是在营服务，你24小时都在我们的营区里面，所以你的因公跟过劳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我今天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以我们的制度还有管理会让我们的军人过劳致死，那可能是我们的制度上有问题，或者管理上面有问题，这个是不是也要稍微考量一下？就你们的看法，你们如何？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想哈，这个军人的工作性质的确如委员所说的是，比较特殊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尤其是兵制转型要推动募兵制的过程里面，我们对于所谓合理的管理跟所谓内部这个内部的训练啊、教育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行政的这个资源上，那个我们都已经在做修正。对，对于军人，我们希望多照顾一点，我们也非常认同，尤其是对未来的募兵的条件来说，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更多的照顾。不过对于因公殉职，我们希望军人的部分，就我们国防部的立场应该更严谨一点。照理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因公死亡的抚恤，可是你在这因公死亡里面加入了陆立职务以致死亡，这个可能你要考量的是未来，因为这个部分哈，过去是因为我们在过劳死条例，是因为有很多劳工群体它产生的状况，是因为过足不当的压榨劳工，造成他们过劳死的现象。所以如果劳委会其实它还可以针对过那个雇主，他可以处罚，还有公布厂商的名单、负责人的姓名，甚至实施劳动检查。日本跟韩国甚至对于雇主还可以施以刑责。所以如果你们在因公死亡里面加入这一条陆立职务以致死亡，未来有可能国防部也要面对刚刚我说的可能有一些比照，是不是长官的管理过当造成他的过劳死亡，或者他的部队长以及各个我们的还甚至开放第三公证者可以入营去做劳动检查等等。我想这个部分在你们做修正之前都应该做审慎的评估跟考量，因为你因公里面本来军人跟其他的公务人员是不太一样的，怎么样让他更完善，让他产生不必要的后遗症，你们去想想看为什么会让军人陆立职务以致死亡，这是谁要负的责任？我想这个要特别提出来，我们讨论的时候希望可以更完善一点。另外请国防部10天之内提供我们有多少国防部自己本身具备的专利权。副部长目前大概知道这样的状况吗？这个我们专利是要统计，因为有关是军备系统，包括生殖中心还有中科院，那么哪些是申请的专利，那这个数字我们做一个统计。多久可以提供？
刚刚我说10天会不会太久？十天，我们全尽力来达成，尽快。那个应该不用尽力，那个只要一调资料，其实马上可以。如果我们有的话，这个资料非常非常的应该提供的非常迅速。我们还是给10天了哈。不过今天特别要提出来，是因为其实中科院我们有很多过去我们国防部提供政府有很多的预算。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经费，包括生事中心等等，中科院我想它是占比较高的比例。可是现在法人化以后，我们目前可能面对的像最近的浩鼎案，中研院其实有很多的专利权是不是属于国家的，或者是属于个人的，或者是属于个别单位的，这个我想我们都应该要理清楚。国防部本身照理说几十年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预算经费，我们也应该有很多的核心的技术跟研发的很多的专利都应该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希望10天之内可以提供具体的一些数据资料让我们参考。另外也要在这里再一次请教哈副部长，因为其实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就是我们的数位迷彩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在拖延宕了，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都编列预算，然后在这一部分到现在才刚刚要换装，老实说他拖延的时间太长。第一，跟我们的整个采购是有很大的关联；第二，也希望同时正视海军陆战队所提出的诉求，我们不是为了荣誉考量而已。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设计是不是跟共军有比较大的雷同，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审慎评估考量的。因为你在作战的时候，如果分辨不出特殊的军种，或者分辨不出敌我，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因为很多人都还没有看到新式的迷彩的服装，在这里我们今天先提出来，如果有相关的疑虑或者必须要检讨的地方，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改善。刚刚也有提到啦，其实那个经费不会很高啦，中研院是花了比较高的经费去做设计，我们有请人家设计过哈，那个应该不会需要太大的经费。如果海军陆战队有实际的需求，我们希望也可以做一个区隔，好跟美军或其他的军种其他国家的那个都有一样的一个采用的方式。谢谢。谢谢委员指导。接下来我们请刘世邦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国防部行政院信评会还有全序部的代表，全序部的代表还有信评会，国防部的信评会。行政院的信评会，行政院的信评会，行政院的性别平等处啊，对不起，信评处。还有国防部，还有国防部，对，国防部的副部长吗？对，好，谢谢。来，我想先请教一下副部长哈。那个国防部是什么时候成立这个性别平等的包括专案也好或者是委员会也好，国防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是来协助回答成立性平报委员，我们已经成立十几年了。成立十几年了，那你觉得这个效果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好啊，但是很奇怪呢，我的手上有一些资料啊，从这个2008年开始到现在，过去的8年当中啊，在报纸上而已啦，还不是国防部内部，曾经发生军中重大，包括喝花酒、婚外情或性丑闻案件啊，这边我累计起来有124件嘞，那表示说在马总统的任内这个8年当中，平均也是12到14件左右。那我又对照了以前我们前任的立法委员薛林他所提到了，在2012年。他说那个时候他所累积的也是平均12到14件，那你觉得这个是效果很好吗？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些不肖的人员，或者是他不具备那样一个所谓强固的性平概念的人员。不是，
所以我觉得他会去是，所以是不是国防部内部啊有关性别平等委员会或是性别平等调查专案等等不是做得太好？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行政院的性平处哈，你觉得国防部最近这几年在做性别平等教育，或者是说发生跟性别的这个包括我刚所提到的这些重大军纪的时候，他们的后续处理措施做得好不好？是。跟委员报告，性平处成立之后对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视哈。我们一看到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立即打电话请国防部，你们有一个相关规定，你们一定要依照这个相关规定来办理。包括今天报纸上写的这个男的部分吗？上士班长床被窝，这个一看的知道就是男性跟男性嘛。性别平等的部分不是局限于说是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应该男也都有嘛，对不对？是，应该是。那这个是我们的行政院有关心这件事情吗？这个部分我因为今天早上到这边来了哈，我会这个不是昨天发生的吧？这昨天的新闻不是昨天发生的嘛？那表示说行政院根本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嘛？国防部当然是人多，那发生这类案件相当的多嘛。我们现在想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国防部有发现跟性别平等相关，甚至移送到刚刚有提到，不管是地检或是军检的单位有被判刑的话，他们的退休俸，不管是月退或是终身退，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因为重大的案纪的部分的话，就会受到影响呢？我来请教一下退辅会好吗？哦，对不起，全序部。全序部虽然是处理公务员，好，那现在我们的其他的立法委员会针对如果有重大公务案件，包括是贪污的话，可能会有减俸或者减退俸。那军人如果也类似有这样的状况，不是只有贪污，而是包括性骚扰或是性强暴等等这些案件的话，你认为是不是应该比照公务员的方式来做减俸的措施？因为公务人员部分上礼拜是初步就是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初审通过，所以目前并还没有公布实施。那军人部分的话，就是可能还是要尊重国防部的决定。但是我们知道军公教应该是一体嘛，对不对？对。所以如果公教人员有涉及这样子的不法案件的话，要有减俸，是不是军也要这样做，对不对？好，那我再来请教处长好吗？处长，我刚有提到。我们当然知道说现在的性别平等教育呢要更多元化，好，这是因应我们目前现在所有的这个国际潮流，或是台湾目前的个多元社会的状况。那在军中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有的时候如果产生这些性别平等案件的时候呢，多一半弱势者呢都不愿意去处理，因为这个是一个威权体制的一个封闭的社会。那所以我们在里面的性别平等教育的部分到底多还是不多？还是都是等到发生以后呢才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然后就强迫别人退休，或是强迫别人怎么样，然后再移送递减？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反而太被动太保守？是，报告委员，性别平等跟性别意识培力这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人事总处在它其实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就是每年每一个部会公务人员包括地方政府都每年都要有两个小时的有关于性别平等的相关的意识培力跟相关的训练。那国防部呢？好，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国防部说明？好，国防部有吗？有，跟委员报告。那是部本部而已啊。没有，但是如果各军种包含各军种都定期有做相关，是不是基于司令部而已？其他的部队没有？没有，军种司令部对所属部队他有责任定期去做巡回。那你告诉我，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做了几次这样子的教育培训？我想这个培训的这个次数哈，我目前手边没有那个，但是好，你帮我整理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周你内告诉我好吗？而且做得很绵密，做得很绵密，我要知道什么内容？是内容我们会提供，好吗？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吗？好，是。再来，我再请教一下，也是一项跟全序部相关的了哈。我来请教一下，如果军方的人员他们要报退了以后，变成退辅会里面的人员，那请问他算是国军还是算是公务人员？他如果是已经就是转任文职的话，然后到退辅会算文职还是不算文职？文职了，算文职。那请教一下，在你所了解的公务员服务法里面，是不是有旋转门条款？对。那退辅会所有的其他将领算是需要接受旋转门条款限制吗？你是不知道还是不了解还是没有？你摇头是什么意思？你要讲话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因为公务员服务法，为什么公务员服务法有这种旋转门条款？那我们的很多退将没有，我告诉你，很多人马上退了，马上到退伍会，就是要在文职，然后就过了几天以后，文职就马上可以去转投资事业公司。我举个例子好吗？我想军队的人大概都知道夏富华那个副部长，夏富华是哪一位你知道吗？夏富华先生，夏富华过去是我们的陆战队指挥官，也做过训练次长，做过总督察长。他是不是国防部的总督察长？总督察长。他是什么时候退休你知道吗？他是不是因为在他坦白讲，如果把这个时间对照一下，他退休的时间刚刚好是在全国非常轰动的洪仲秋事件前后左右退休，对不对？他是戒龄退休的。他是戒龄退休，那他退休以后，他是总督察长的身份，马上转到退伍会，结果马上就到星云天然气股份公司里面任教，这样子是有没有违反转投资里面的相关规定？包括我们所了解的公务员的旋转门条款，你知道吗？现在连政务官都有旋转门条款。我们的军队中将退伍以后居然没有旋转门条款，这个是谁定的规矩？公务员服务法，我们到退伍会去任职的时候就叫公务员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马上就可以就去当星云天然气公司？听说他们这些退伍的军人，他们的这些将领呢，他们的退俸是由国防部核定的，对不对？退伍会只是负责发钱而已，是不是这样子？鲍委员向委员报告，那个夏富华中将啊，他是戒龄退伍之后啊，经过国防部推荐，由辅导会啊，按照他投资事业公司的任用的办法来实施任用的，一切都是按照现在目前既定的程序和法规来办理。就是现在目前既定的嘛，对对对，所以就是像刚刚全序部所说 的，我们的国防部退将到退伍会，在他的认定里面叫公务员。可是这个公务员非常特殊，所以他没有受到旋转门的限制，马上就可以到转投资事业公司。不，他不是公务员，向委员报告，退伍会里面不叫公务员。对，他是辅导会，他是辅导会的转投资事业机构。他 不是，我现在说这个人的身份。他现在不是公务员。来，那全序部来，他是全序部副司长来，在退伍会里面上班的这些由国防部转任过来的，曾经服过兵役的，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军阶，他叫做公务员还是军人？其实应该要看他担任的职务。不是，那我问你，譬如说，当然今天退伍会没有来，譬如说现在的退伍会主委叫董祥龙，他也曾经在国防部服务过，那他现在到退伍会去，他到底是军人还是公务员？政务官。不是不是，那副主委呢？副主委。这请问政务官会是军人还是公务员？这个总是要有一个名词嘛，你怎么叫政务官呢？政务人。你们怎么大部分人都在帮我们的全序部回答呢？他政务人员是公务员嘛？那同样的道理，好多新自备的天然气公司里面，曾经当过不管是中将、少将等等这些，或者是当过处长的，他已经到我们退伍会来当处长的时候，他就是文职的公务人员，对不对？我在问副市长，我不是问国防部的人。如果他们对你造成压力的话，我可以请他们先下去休息。来，你们先下去。来，副市长。如果说是那个处长职务是编制内的职务的话，那当然就是需要送全序部审定，都是公务员，都是受公务员的旋转门条款的限制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结果你有没有发现，从来没有人是适用旋转门条款，一弄就用了呢？怎么那么厉害？哈，上一次我在问退伍会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到新自备里面去当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或者经理？他说因为他们有专业。那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文职的公务人员以后，就是因为他们有专业，所以不用旋转门条款，这是哪门子的？所以我建议全序部可能要把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需要军公教一律的平等看待会比较好，好吗？好，谢谢。谢谢啊，下一位请中嘉宾委员咨询。主席，各位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大家早。那么接下来还是要就教，因为今天是属于兵役法哈。那么好，应该请教副部长，是不是有请副部长？副部长备询。副部长请教一下。公务员长。请问目前国军使命包含哪些？我简单讲哈，给你个提示啦。国防法里面第三条规定，我们第二条、第三条，我们国军包含哪些使命？我们要
建立国防武力嘛，协助灾害防救，对不对？那你对于目前国军协助灾害防救所投入的兵力跟实务上对我们整个国防战力的战备上有没有一些牵动影响？你个人觉得如何？报告委员，在陈平时期，国军是排有年度的所有进训的计划。好，但是每年因为在汛期天灾发生的几率较高，国军都会做弹性调整。好，很好，那没有错。那请问一下，那么目前国军在协助防救灾主要的一样兵力是用哪些为主？使用兵力？现在是用常备部队，是用常备部队为主。是。那后备兵力呢？后备兵力目前是要等这个以他较招的训练兵力来转用。好，那么现阶段都还是常备在做。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子啦，因为个人在屏东县政府任职期间，也跟我们很多国防干部啊有些接触哈。其实一线的国防干部他们都认为说，常备兵力啊，他应该用于我们国防的备战勤务。但是呢，将常备兵力抽掉去做救灾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庞大的后备兵力，为什么不以后备兵力为我们救灾主体？主要是受限于哪些法令的规定？是不是哪位可以答复一下？全动式，委员好，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为止啊，不管是灾防法34条或是国防法，对于我们常备部队或是后备部队都可以主动协助救灾，这样的法律的规定是完备的。那目前为止，我们是以常备部队为主，是因为常备部队他对救灾的专业跟机具给国人、啊、比较有安定的力量，后备部队他是、包括后面的一些清理或是复原或是堆沙包，整个工作性的不一样。以上报告。您说到重点，没错。是、啊、我觉得呢，这里显现出啊，整个国防部呢对我们后备系统常年以来的视为一个备用的系统，那么你们对他的装备人员训练等等的充实不是那么的在意，所以呢，我发现你们、哦、在国军协助灾害防救办法当中啊，你们的第7条是以常备兵力为主，第8条呢，在不影响国军战备、不破坏指挥体系、不逾越国军的支援范围内，你们常备兵力不足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用教育召集啊来召备后备军人，这种情况下来动员后备军人。但是呢，我来看一下哈、哦，你们国防部啊，教育召集后备军人支援灾害防救的作业规定是不是有这条规定？有。你们基本上是以这个规定为主在支援救灾嘛？是。对，那你说你们以常备兵力为主，我说你们不重视后备兵力，你们知道刚刚我说那个作业规定什么时候定的吗？我告诉你，是民国100年11月21日修订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呢，目前国防部的相关救灾的法令呢，最近都经过很周延、相当完备的整个翻修。我请教一下，目前国防部叫做后备司令部的有没有？有没有在场？有没有后备司令部的？委员好，您是后备司令部的司令吗？我是后备指挥部的参谋长李世国。哎、欸，啊、为什么名称不一样？你到底是后备指挥部还是后备司令部？是我们后来现在叫做指挥部。什么时候改成后备指挥部？就要精粹案结束。哪一年？答不出来。我告诉你哈，你们在民国100年呐、啊，你们定的时候，你们的后备里面呢，我随便念一条哈，第7点呐、啊，第12项啊，后备司令部以下简称后令部。里面呢还有一个、哦、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在场有没有国防部宪兵司令部的请举手？请问你是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吗？您是指挥官、参谋长？你们现在叫司令还是叫指挥官？ OK， 好，请坐。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国防部为什么轻忽后备系统对于救灾的重要性？民国100年你们定的这个作业规定，到现在后备司令部改成后备指挥部，条文内容没有改。我们宪兵司令部已经改成宪兵指挥部，条文内容没有改。如果您要告诉我说国防部重视用后备兵力来投入资源救灾，我告诉你这是最新的法条。我是觉得呢，国防部对后备这边要加强一下。目前呢，我在过去的地方政府服务期间，我觉得我们的后备兵力啊，其实呢，目前你们用较招。今天我看到兵役法第37条有邱志伟委员提出的修正案，你们的答复让我有点失望。你们说国防部意见呢，根据国防法第2条、第3条及26条及28条。都可以用教育召集的方式来支援救灾。请问目前召集有几种？召集 有4种，有5种啦，有动员召集、临时召集、点阅召集、训练召集跟勤务召集。我比你还清楚。是，你们这5种召集当中，其实，动员召集是暂时，那么呢，那个勤务召集呢，也要有军事变情的时候才能召集。邱志伟委员提出说，将你们的教育召集，教育召集的内容你知道吗？教育召集我念给你听哈，教育召集呢，它就是规定哦，必须是一军事需要举行训练或演习，
邱委员认为说，请你们在教育召集当中弄一个救灾召集，没有错。目前你们的救灾都是用教育召集的系统去做，但是你们准用救灾的你们用能召召的情况召集呢，不能完备。包括目前我们后备军人，包括补充兵，包括的替代役，替代役不是你们管的，替代役要投入的，包括勤务召集，包括的演训召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救灾防系的一个体系当中。我希望说国防部啊，你们会同内政部，将目前我们的后备兵力当中，后备军人包括补充兵，我们的替代役属于内政部管的，他的演训召集，他的勤务召集，怎么样整合在救灾的系统？你们同不同意？一个月内把它研究出来，好不好？是同意这个委员这样一个指导。好，谢谢。啊，还有两分钟是吧？那我还有两分钟继续讲了，因为我会外委员了，不晓得你们六分钟要赶我下台了哈。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后面还有一些没有讲完的部分哈。那么，因为我觉得啊，在国防部呢，我刚刚特别点你们100年，你们的作业规定你们没有去修改。那我特别的呢，希望点醒我们国防部的相关长官，你们重视。其实呢，我们个人呢，我在地方上也曾经是后备军人。那我觉得后备指挥部过去他们对后备军人有很多很多的能量，但是呢，在救灾的时候啊，你们用教育召集也好，用那个这个点院召集比较少，大部分用教育召集了。教育召集呢，它有一个事前为之的一个前置作业。你们目前一到 T 队来排并那个教育召集，在讯息之间呢，提供了一个备援的一个后备军人的兵力，准备随时投入救灾，这样的变通办法，我觉得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觉得呢，你们对于后备军人体系当中他所需要的备用的装备技能还是没有。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实施勤务召集吗？跟委员报告，刚刚委员报告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在训期期间啊，就我说勤务召集什么时候？勤务召集跟教育召集不一样。勤务召集就平常就一天，因为你们勤务召集呢，你们可以征集装备。我在这边看到，就是说教育召集只是把后备军人找来，比较长的时间在营区里面看电视、上举光日，然后做一些宣讲，大家都在打瞌睡。但是勤务召集是很清楚的，有军事需求、有军事目的的时候，你们必要的时候勤务召集是可以动员装备的。你刚刚讲到后备军人，因为他并没有足够的装备，常备兵力呢有足够的装备，投入救灾，民众比较会觉得有能力。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国防部啊，在预定你们常备跟后备的一些装备跟训练的时候呢，不要只把后备军人用来做教育召集，做一般的兵力使用，要想想看怎么样充实我们的后备系统，让他的装备也能够达到平时遇有防汛期后遇有灾防的时候的需要。部长您同不同意啊？副部长是非常认同委员的指导。好，那就拜托你们了，好不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陈副部长。副部长，备询。委员你好。部长，我们今天在谈兵役的修正哦，所以本席看到我们所有学校从国小到高中的学校，针对我们在32年了，我们就看到我们学校的教师的当兵的教招的部分，我们都给予缓招哦。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12年国教，在我们103年已经正式的上路了，在这里我们也纳编到包括高中以下的学校，通通都有缓招，但是我们没有把其他的学校。本席所说的其他的学校，就像我们专科学校或者是私立的高中高职的部分学校都没有纳入，这样子是不是会影响我们所有孩童的一些受教权？尤其是高中、国中、国小都有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高职跟专科的学校也纳入？这部分我们国防部这边可不可以做？请委员好，我是志愿师师长跟您报告哈。那么现在法令规定是高中职以下嘛哈。那如果说刚才我们请教了教育部的这个代表哈，那如果说将来要做这样的修正的话，我们要经过研讨，看看它的这个影响层面多大。有什么影响？我们在不管是你在公家机关或者是私人的企业，在教招的时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请假来教招？对不对？那所以说，如果说是高职
或者其他的专科学校，它是属于私立的话，那它是属于劳保，那公家的学校是公保的话，那这样子并没有影响，没有抵触啊，为什么不能做，还要延役呢？不是，跟孩子的受教险不是一律平等吗？是没错，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缓照的这个人员的规定哈，就现在法令规定是这样。那当然委员说希望能够把其他您该提的那个部分加入，这个部分是要经过研讨的。这个在我们32年啊，2月27号就做这个修正，让所有的国中国小的学教师审查通过之后都可以缓照，而且这个在经过12年国教，你们也自动的把高中以下。通通都纳入的，所以本席啊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会提出我们的修正动议，希望我们教育部在12年国教的基本教育分两个阶段，前9年的国民教育跟我们国民教育法跟我们强迫入学条例啊规定对象到6到15岁的学龄的这国民，在后3年为高级中等学校，还有5专跟我们前3年的对象啊15岁以上的国民。来做一个修正动议，本法的本条的41条之一的这第一项第三款来做一个修正动议，好不好？是，尊重委员的。好，你们赶快去讨论这个问题啊！来，接下来本席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目前对于我们的募兵制现在是采用募兵跟征兵。同步进行，对不对？征募并行，是征募进行。那全募兵制，我们有齐成准备怎么做？报委，我们还是征募并行制，以这个兵制转型的过程啊、哦。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4年多一点嘛，哈，还不到第5年。但是我们参照先进国家，英美先进国家都是5到8年，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政府的配套法令。在完整的所谓提升待遇、提升尊严跟扩大出路的这个配套相关法令完成之后，我知道，我相信可以做。我问你什么时候准备全募兵制？没有全募兵制，有这规划吗？报员没有全募兵制这个说法，我们现在还保留4个月军事训练的征集。那就而且刚才很多委员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后备兵员从哪里来？事实上，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啊，他将来这个役毕以后，他就是要转任为我们的后备兵力。您说没有全募兵制，所以没有这个时间表去执行了。不是，我们在政策上，你知不知道你在募兵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募兵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吗？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募兵制实施计划在101年的1月2号开始推动啊。那么事实上，原来第一阶段是到103年要达成，但是因为很多配套跟法令没有配合到，所以我们又展延了2年，到今年年底，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是这样。达成什么？达成募兵制、兵制转型的这样一个转型，就还是会执行全募兵吗？就是我们的、你的转型要全募兵吗？国军部队的兵员还是跟征兵并行？不是募兵制，就是说。我们现在我讲募兵征募并行是说，除了募兵制的招募，将来国军部队是以这个志愿人力为主以外，那另外4个月军事训练是要转备为后备兵役。所以说，中华民国的募兵制并不是全募兵制，它仍然保留宪法规定的4个月的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个训练。是没有错，我说除了4个月以外，是我们的募兵这方面我们好好的检讨，因为续约的越来越少，而且同酬不同工。而且如果要继续续约的年时间又更长，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对以后要朝向这个除了4个月的那个兵役之外的全募兵的话，我们这方面的整个体制跟配套重新的再检讨过，不然我募兵是很难去进行的。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103年、104年，我们招募的目标。跟我们达成的目标都远远超过我们计划目标。那么另外我们在留营的部分，因为通过了所谓战斗部队勤务加级的发给，还有所谓留营慰助金的发给，所以我们从去年103年、104年，我们的留营率都已经到73到75之间。好，那么好好的针对这个募兵的方式，好好的做个检讨。是。那接下来本席想问一下副部长，针对美国的智库建议我们台湾哦。增加我们的防空飞弹来替换掉IDF 战机跟幻象机，部长，你认为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报告委员，这个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是三月下旬出来的，这整本我们都研究过了。你同意吗？
可以做吗？我向委员报告，这个没有所谓同意不同意，这是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它是一个智库，它针对两岸军力成长跟中共的大量军事投资提升的战力，然后它的导弹数量增加，它的先进战争增加，在这种条件下，它预推二十年后以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否有效支撑我们的防空战力，他做的这是一个分析，它里面有十几个不同的场景，有的同意，有的有条件，但是它的想定跟我们的用兵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它这里面的替代方案包括把法国的战机 IDF 汰除，那么保留 F-16 或者是采购未来的 F-35， 因为 F-35 的价钱太贵，一架要1.8亿，57架可能我们的空军就没办法支撑，所以其中的一个选择备案就是保留现有的 F-16 性能提升，后面有个条件，你要采购更多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在中华民国的防空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力量，包括飞机，包括飞弹，包括机场的防空火炮，所以这个整体的应用作战构想应该是我们以我们的计划为主，是部长，所以本席要强调的就是说，建议我们要做一个评估，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面我们的 IDF 算是我们自己国产的，对不对？ IDF、还有幻象机是属于法国的，是的，还有就是 F-16 是属于美国 的。如果你采用它这同意的话，那这样不是都跟美国军购了吗？那我们除了跟美国军购以外，我们别的国家都没有去经过吗？我向委员报告，未来的国防建设一定是外购跟国建跟国机国造双轨并行，我们不会被人家牵的说全部要跟着走，我们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能量，但是在这个阶段期程中，如果我们力有所不逮，我们透过军购，透过外购，这个能力总能还有自己的决心一定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政府身上，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战机尽量都叫国产，这样子不只是把技术保留下来，而且还可以提高更多的就业率。非常钦佩委员的看法，自立自强。当然要自立自强。接下来本席想请教一下，就是巴拿马文件，我们延伸到我们的整个国防部要追讨的就是法拉叶军舰这个问题。拉法叶这个军舰的问题，这个问题前面的所有事情，不管人的问题，我通通不讲。我现在讲的就是法国的法院已经判决我们是胜诉，也要法国的政府赔偿我们8.8亿的美金。现在我们的国防部追讨的情形怎么样？我们请采购室戴主任做全案细节的报告。包委员，我是采购室代主任。那这个案子2017年7月国际仲裁法庭就已经判定了，我们在2001年1月就已经把所有的佣金的赔偿，差不多新台币252亿多元，全部通通追回，而且缴回国库。通通缴回国库了，8.8亿的美金都缴回来了。都缴回来。是，那针对一对冻结在瑞士银行的也都有吗？也都缴回了。这个100多亿的这个佣金部分，就是法国需要赔偿的这个部分，就是8.75亿美元的这个部分，对，是250亿。还有在佣金，汪传普在瑞士银行被冻结的这个佣金部分呢？那个、是司法侦办的部分，我们民事求偿的部分全部都追回了。司法侦办是由特侦组跟瑞士司法互助，是属于不。是属于这个不法所得的这个追偿，这个是国防部的，不是国防部在处理。所以本席要在这个问题上来做个检讨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有涉及到佣金跟采购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军购这个佣金用制度化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瑕疵、这种贪污这种事情发生。像美国，它不只是军购的问题，甚至是法案的修正，他们都有制定出一个制度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制度，让我们把制度化之后的话，我们在军购上会比较明朗的一个处置方式。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政府采购法跟我们国军所有的契约都有排佣条款，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排佣条款
来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追回来，把这个官司打。不是，你没有听清楚本席的问题，是就是你在军购上，你不是要去谈判，要跟这个国家买武器吗？那你不是要去游说？那你游说的时候，不是会有佣金产生？我们是直接跟政府，如果是美国的部分，其实这方面都一样啊。是。好，我是说比较像美国，他们就用制度化，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台面上来做检讨，就希望明确的制度，以防以后这种不法的情形在私底下来发生。是，这样子让我们的军购会更加的买出的价格会是更是正确的价格，买出来的军购的东西是更为符合我们国家来使用的，是，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那本席是要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在共谍案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案例啊？通通都在我们的军情局，通通都是我们台湾人，我们难道都没有去检讨、去约制、去管束吗？我们要请今天军情局没有来，军情局没有来吗？没有。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在这个军情局方面，这个螺丝不要松掉，能够好好的来了解军情局整个作业，而且最重要的，我希望长官啊，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为我们的下属来为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要诚实以对，不要动不动就请下属来顶罪，长官也要承担，了解好不好？了解，要承担所有责任。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不在啊。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赖瑞龙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卢秀燕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委员，邱志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徐真卫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没有了。好，本次议程我们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外，都已发言完毕啊。那我们这一阶段报告询答结束，那这个我们本次会议还有委员王定宇、吕孙吕等提出书面的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也请我们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那委员口头质询我们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在相关单位在两个礼拜内来提供啊。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啊。那接下来我们回来开始处理临时提案，还有我们法案部分的审查啊。我们先休息五分钟，谢谢。再找一个人打，那么是谁？
原来这个针对这个第一项用工的是团队里面委员提的，没错，而且这个还没审过，还没审过。带回来，这个，所以啊，这东西。
财政法人报告，是，所以说没问题，就按照他的意思被影响，是，也根本没有影响，是。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啊。我们临时提案有一案，请先宣读。临时提案有鉴于四月八日行政院院长张善政于五月二十日日后之行政院院长林权会谈，两人一致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政权交接工作将分别自人事、预算及业务等三面向进行。在人事部分，国营或公股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及独立董事等人事案的处理程序，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已定于四月十一日中午邀集各部会召开政府交接研商会议，并将于会中重申前述人事案的处理原则应与行政部门的人事异动法律规范一致。原此，国防部及其所属单位财团法人之人事调动亦应比照办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罗志镇、吕孙林。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看有没有意见。国防报告没有问题，配合办理。好，没有问题哈。那这个提案内容是不是后面那个需要吗？后面那一句话什么原词什么敬请公决，那个不用吧？不用吧？就是并这就是到那个英语规范一致那边就好了吧，是不是？你后面这一段还要吗？这个还要吗？好，后面那一句话原词什么这个应比照办理，是不是应该把它改成？因为跟一般的提案好像不是这样提的，怪怪的。应该是原要求国防部跟所属的，没有，他应该改成说，原此我们那个要求国防部及所属单位什么什么应比照办理吧，这样比较顺吧，是不是？因为你后面是一个问号嘛，那感觉上我们好像要回答一句说好那个比照办理这样。就是否有当经理人员换，我们就通过了，就是直到这边。啊，直到这边，这后面就没有。对啦，就是原是否有当那个拿掉吧？是否有当进行公？对啦，那我可不可以？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增加国防部退辅会？因为我们这边就一那个外交国防全部都一起好吗？
辅导会没来，没办法要带辅导会没有人没有来，所以今天没办法提着。他们当到时候再提一个。没有来，我觉得先就这样好不好？因为你今天退辅会没有来嘛。好，了解。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啊。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法案的部分啊。那，哎，那没有做那个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审查兵役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哦，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修正条文草案，委员袁宽恒等二十人拟具兵役法第十八条修正草案，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五人拟具兵役法第三十七条修正草案。行政院修正条文第十七条。补充兵役已适合服常备兵现役，因家庭因素或经教育部核定之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者，或替代役体位未服替代役者服之，由国防部依军事需要，以二个月以内之军事训练合格后列管运用。前项因家庭因素与替代役体位服补充兵之资格申请。核准程序及废止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定之。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服补充兵之资格申请核准程序废止撤销应履行之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教育部定之。第一项补充兵服役之训练列管运用及其他相关事项之规则，由国防部定之。以上宣读。好，这是第十七条的部分啊，我们看各单位还没有意见。主席，这边，我可不可以直接先问一下好吗？好，那个行政院修正条文的部分是有关于那个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哈，那可不可以请教育部来解释一下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大概涵盖的范围在哪里哈？我的理由是这样子，第一个，如果我们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运动选手。他是要到国外代表其他的国家，然后需要常年在外面，譬如说了，假设王建民现在需要服兵役，然后他要到美国大联盟去，那这样子我们算不算？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新兴的体育代表活动，譬如说电竞，也是譬如说要送到哪个地方去，可能要三个月或六个月等等，这些都算不算？因为现在好像是由行政院降低为教育部通过就好，那可是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这个发展的倾向，所以是不是请教育部的同仁啊来解释一下好吗？好，教育部。这边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我们补充兵的部分的话，我们有一个措施叫做五年条款的设计。当初2004年王建民就是用这个条款，那我们让他就是五年的方式可以到国外，让他接受我们征召参加国际比赛这样子。以上报告。还有一个，我说新兴的那个电竞算不算？跟委员报告，因为电竞的部分还没有纳入，对，还没有纳进去，对，所以这些相关的规定都是由教育部来定就对了。对，目前是这个方式，包括足球的部分的那个陈柏良，他也是适用这个区块。对啊，但是他到中国去踢啊，你们也同意就对了。那个国家代表队征召的时候，他必须配合回来征召参加比赛啊，对他的实力是有帮助，对以后我们的国家队的一个实力是有帮助的。对啊，但是他还是没有回来的时候啊。你刚刚讲五年条款是什么意思？跟委员报告，就是依照补充兵役的规定，它是如果列为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服务补充兵役，要先接受五年的列管。五年列管？对，五年列管当中，如果他是在国训中心做集训，那集训的话是比照常备兵役期的一个训练。那这个区块的役男大概差不多
比如说现在常备兵役期一年的话，那一年就他就考核及格，他就可以解除列管。但是针对比较特殊的选手，他放在国内训练可能比较不适合，会把到国外训练，容许到国外，但是他前提一定要配合我们国家的代表队的征召，参加回来比赛这样子。哦，那他去国外训练可以折抵他的役期吗？就是国外训练的时候，只是他技术的提升，但是我们重大比赛像亚运、奥运的部分，他无条件必须回来参加这个代表队的比赛，就是符合当初整个的这个精神这样子。那五年后他还要不要服兵役？那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对对对。哦，所以五年内他如果都没有代表我们去比赛嘞？不会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我们会征召，就是代表队如果他实力，你们每年都要考核他吗？对，那是会列管的。会协会会去列管他的那个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去一年就发觉不行，然后回来？不，就是说你他到国外去嘛，你可能到国外去受训嘛，你说技术提升嘛。对对。那万一他只去了不到一年，你们发觉或者他个人觉得不行了，回来了。报告委员。那这样他不要再服兵役。那会回来服他还没有被结束的那个时间。就是会有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常备兵役期那个该补的时间，他会补那个缺额的部分，所以还要再补就对了。对对对。好，来吕鼎伟。主席好，我针对这个刚刚讲的列管那个时间啊，我听到是五年嘛，那可是在我们的母法里面，这里是不是要明确把它列出来，然后再交由教育部来做一个规范？把掌握这个时间呢？对呀、可是那现在不要把明确定出这个时间。对呀、这年限你说了五年嘛。跟委员报告，因为那个兵役法的部分是国防部这边，那他那你只有说列管那个年限在这边都没有看到啊。对，跟委员报告，是不是因为补充兵役的部分，他的军事训练的役期是十二天。那个列管的部分是等于他为了配合他的义务的部分。那没有错，我是说，因为你刚刚讲了五年，可是五年在这个列管的时间上，你并没有载明。没那个是不是？没有把它规范进去。是不是在你们的实施办法里面？在办法里要规范进去。在实施办法里面有了，这是一个母法了。在母法里面嘛，是不是？办法上面有规定。他在办法上面有规定的。好，那国防部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国防部。委员好，针对这一条，我们建议啊，依行政版本通过。但是在那个第十七条的第一项里面第四行，比方说以两个月内的之军事训练，建议加一个施行的施以两个月以内的军事训练，其他没有意见。施以哈、是实施的施就对了。对。哦，这原来啦，原来条里面有失仪，那为什么这里拿掉了？这个是漏掉吗？原来九十八年那个法令里面有。对啊，原来条文有啊。所以我们建议回复。你应该是漏打了吧？可能是漏打。好，这个补上去，失仪两个月内之军事训练。好，那如果各位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本条的条文就照行政院的修正条文内容，然后在那个以两个月内的军事训练前面加一个施以的施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一条就这样子通过哈。那下一条四十一条，请宣十八条啊，请宣读。委员严宽恒等二十人提案第十八条，常备兵现役在营期间，在平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于国防军事无妨碍时，得提前退伍：一、员额过剩时；二、完成兵科教育；三、入营前曾修得相当于军职专长之学能；四、家庭发生重大变故，需负担家庭生计主要责任；五、成为政府认定的重大灾害受灾户，需要协助家园重建工作。以上宣读。好，这一条的修正案，各位来国防部。
国防部意见就建议维持现行的规定，因为刚才我们在报告里面讲，兵役法十八条跟这个常备兵役补充兵规则十五条都有订定，比方说这个提前退伍的相关规范。那么同时，政租我们历年重大天然灾害或者其他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义务役男呢都依照这个两个法令做一个弹性迅速的处理，所以说不需要再增订建议。好，谢谢。有没有委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照国防部这边提出来的看法，我们维持现行条文啊。接下来请宣读第三十七条。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五人提案第三十七条，后备军人及补充兵应下列召集：一、动员召集，战争或非常事变时，一、作战需要实施之；二、临时召集，平时为现役补缺、停役原因消灭、回役，暂时为人员补充或在军事警备上有需要时实施之；三、教育召集，依军事需要与举行训练或演练时实施之；四、勤务召集，战时或非常事变时为补助战时勤务或地方自卫防空等勤务需要实施之；五、点阅召集，与点验或校阅时实施之；六、灾害防救召集，一、灾害防救需要执行灾害防救任务时实施之。以上宣读。好，来。国防部意见就是因为现在灾防法第二十六条跟二十八条都明定啊，行政院可以动员办理执行平时灾防救护的事项，所以我们建议啊维持现行的规定就可以了。好，来刘委员。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那个消防署哈，还有那个议政署的代表？就是在我们的灾害防救法里面呢、啊，如果我们要动员到现在的不管是我们的后备或者是其他的在役的这些军事官的话，那个是不是都需要经过国防部同意才可以动员？那按照现在的这动员方式，如果哈、哦、假设灾害非常的大，那譬如说我的意见，譬如说像日本发生那个海啸这样重大的意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总统没有发布紧急命令，哈、哦。那我们要要求国防部来处理有关灾害防救的话，是不是要回到行政院变成是被动式的来处理灾害？是不是可以先请议政署还有消防署给我一些意见，好不好？就你们所了解的业管消防单位。主席，谢谢委员。有关议政署的部分，役男目前我们是采取备役的演训跟备役的召集服勤，那目前是规定在替代役实施条例还有备役的这个役男召集演训实施办法，基本上是不用经过国防部的同意，但是现实状况上，我们的替代役的役男在防救灾的能力方面目前是比较欠缺，也是我们本署内政部议政署正在加强的部分。以上做报告。对不起，那如果那个这些替代役的部分的话，假设要实施这些教育训练，或者是属于防救灾训练的话，原则上是应该由议政署来发动，还是由国防部？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在管？如果他不来的话呢？是，请说。是，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实施的状态是处于一种演习跟训练的阶段，所以目前是由内政部议政署来发动。那这样的一个装备啊能力，目前还没有完全的齐备。以上。好，就是说装备跟整备的部分，或者训练的部分比较不行。譬如说，上山下海，尤其是像发生海啸或地震，完全没办法嘛。我们只能被动去，就是说，协助一下清扫垃圾，然后运石块啦，然后协助救灾伤患这样等等这些。辅助性的，跟替代役他自己本身的专长都没有办法完全连接。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好，谢谢。我请教啊，我们替代役的兵员啊，还维持多久？报告主席，我们目前是未来配合国军的这个募兵制度，那替代役募兵制度常备兵的役期它有调整，当然替代役的役期也会调整。我们目前是规划未来是六个月的替代役来实施。六个月是，那目前这个政策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政策上的支持。那六个月之后呢，就是未来全募兵之后，我们仍然永还有替代役永续经营。报告主席，是永续经营啊，永续经营是。那谁来服替代役？我们会从八十三年次以后的这个
从国防部协调，从国防部的这83年制以后的四个月军事训练这边的人力这边来做一个那个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的军事役的军事训练役的，从那里面找来服替代役，区隔是受训完之后来服替代役，是规划是六个月，增加两个月。那是他的义务吗？还是他的选择性？用自愿申请来自愿申请啊、哦？是。抽中以后可以来内政部，没有抽中以后。可是现在的替代役并不是自愿吧？现在也是按照体位跟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现在的替代役是因为他本身有兵役上面的这个义务嘛，是，所以他选择了替代役嘛。是。可是未来如果没有兵役上面的义务了，那这样的替代役的这个兵员怎么来？仍然有国防部那边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的来源，那从这边的人力内政部跟国防部去做协调，哦，会变成我们替代役的来源，这样那应该会大量的降低吧？后续的执行状况我们还要再观察，大概也有一年大概2万，一年多少？大概有2万人可以满足。两万人、啊、是，然后六个月是，哇，那六个月能做什么？送公文啊，送公文会加强，公文可能都还不认识就要退伍了。谢谢主席的提醒、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好好的通盘的去考量吧。是，哎呀，专业不够了，对啊，专业会不够。跟主席跟刘委员报告，就是。目前各辅警机关、还有中央机关、还有地方机关，对替代役这样的一个社会形象非常的良好，他们非常需要我们这一块人力的继续来协助。那是因为需求机关不用付人事费用啊，大家都希望多一些人帮忙啊，对啊，那都吃到别人预算的啊。这个啊，我们再排一个专案来讲好了，是，好吧？是。主席，我刚的问题还想要问一下那个消防署。就是灾害防救的部分。消防署报告，那目前灾防法34条对于国军协助救灾有分成，就直辖市、就地方政府跟部会都可以申请支援，但是弹书上面也说重大灾害的时候呢，军方可以主动支援来救灾，所以目前就是说申请支援跟主动支援在灾防法里面都有一些机制在。那实务上也都有，也有申请支援，也有主动支援。像0206台南市消防局跟我说，军方，也是用主动支援的方式来协助救灾。知道，我现在想要这样来解释一下灾害防救召集的主要的功能是在于说，它是不是可以补足类似像需要总统在发布紧急。我告诉你哈，总统需要发布紧急命令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个灾救非常大的困难，可能需要军方投入，甚至说1/3、2/1的人力。我刚有提到说，假设类似像日本的311，这个是地震兼海啸，哈，然后所有的房屋毁损等等这一些，这是非常大的灾难，其实已经是在我们来讲就是准战争的状态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等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那个都是要到什么行政院、到立法院这样通过，不是总统今天讲了，明天盖个章出去就可以了。那军方如果还在那边等，因为我们没有发布，它是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嘛。那平常刚刚那个好像中委也提到了，灾害防救你临时要找这些阿兵哥，结果他们只有拿着扫把跟本机出来帮忙救灾，这个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有他们的专业技能，不管他们是工兵部队啦，或者是其他。很多其他的救灾的技能的话，其实准用这个在我们兵役法里面的灾害防救召集会比较主动可以来帮忙，当然最后还是需要经过国防部或行政院来同意啦。好，所以我不晓得说那个消防署的意见是怎么样，你们觉得说多此一举好，那我们就不用修法，你们觉得说如果这样子在主动上面是有帮忙的话，也许是个好处。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气候变迁要么就是那个地震频繁等等，这一些不会是只有一件，尤其是刚刚那个台南发生了以后，全台湾都很紧张，什么一大堆又土壤异化又干嘛的，是了解我意思吗？我知道，对，就在常备兵役之外，怎么样利用后备这种军人来协助，就在消防署我们乐观其成，不过这要我们尊重国防部怎么去做处理。其实是这样子啦，其实有点像是类似像总动员啦，是里面的一种啦。但是总动员的话，你又牵涉到整个的国防机制跟总统的命令。那如果你把它放在兵役法里面的修正的话，那是不是会有
相益得彰。我是觉得说，只要没有互相这个排斥，其实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灾害防救召集？可能十年用不到一次，好，但是放着会比较好啦。法条有的话就可以拿来用，法条没有的话就不能用了。是，我们是一个遵守法治的国家。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消防署的高见，就这样而已。是，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来，我可不可以再厘清一下，就是灾防法里面对于动员后备军人这一块，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还是说完全尊重国防部实际上的需要？跟委员报告，现在我早上也谈了很多了。现在我们这个灾害防救的相关的这些配套跟措施，现在是完备的。也就是说，在汛期，我们有三到六个营，将近2000到3000人。刚刚几位委员都谈了，就是我们人没有问题。那事实上，关键在装备，包括钟委员刚这个也事后也在研讨，就是装备的问题。那灾害防救召集未来是不是解决这个装备能够人跟装一次到位，然后天灾来的时候一次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彰显出来，这块是以后可以讨论的。所以如果加这个灾害防救召集，加这一条条文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是多此一举这样而已？对，因为现在的做法是已经可以了。现在我们在不管是这个灾防法34条，或者我们相关国防部的规范里面，都可以用常备部队或者后备部队的救灾，来救灾，这一块是完备的。我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就灾防法这样而已。现在是灾防法，就是莫拉克风灾之后，那时候在灾防法34条啊增列了。可是我们在地方上的时候，如果要征求那个国防部来帮忙，不管是常备或是后备，几乎都是要在那个灾防汇报里面提出嘞，不是主动。像刚刚钟嘉宾委有提到说，如果地方上发灾啊，第一个去救灾的通常还不一定消防义消。那我们现在是把我们现在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它放到这个灾防召集里面来处理哦。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希望说他的装备啊，因为义消无论怎么样他还是会有其他的装备啊，当然不能等同于消防。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有没有用？我们现在处理的不是常备嘛，大部分是后备比较多吧。是，你看到我们每次都要经过那叫什么后备司令部或是后备指挥司令部三合一汇报。对啊，我告诉你，大的灾害发生，等到成立一个那个防灾救灾的指挥中心，其实最快也都是2小时以后了啦。包委员，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个现行这个做法，主动救灾，这已经行之有年了嘛，就是预知兵力前进部署，随时防救，只要灾不管这个是行政命令吧，这是国防部的行政命令啊，没有，就是依据灾防法34条里面的国军啊，这个应该主动救灾，已经有法源依据了。那后备呢？后备也在里面，后备也属于这方面吗？后备。那调动兵力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直接去，譬如说找我们在南部大概是8军团、10军团，还要经过后指部，还要经过后备司令部，它是一个在那边待机。跟委员报告，那个它是一个机制跟一个平台的运作，那事实上它的精神上是主动的。时间上都来得及吗？来得及。那所以你们觉得说那个灾防召集可以不用特别要去放进去里面？目前为止，因为现行这个做法都完备啊，这些后备的人都不需要训练，就是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往前冲。现在汛期的3到6个营，它就是有灾防的课表在做训练，当然它是一般的基础训练啊，比较没有属于那种高危险的这个救灾性质。我现在讲的大概不是常备，我是说后备的部分。后备，我刚刚讲就后备，教育召集有3到6个营，汛期期间随时保持大概2000到3000人左右，有状况有需要就可以投入灾区。那这个是依据灾防法？对，不用依据兵役法是吗？灾防法。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灾害防救召集，包括装备、整备、训练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不要用灾害防救召集的话，你可不可以放在这个兵役法里面，把它用补充的一些条文的方式写进去？不需要，不需要了。来，包委员，这个兵役法里面哈，我是建议，因为它的这个部分哈，对于这个后备军人补充，应说各种召集都非常完备的。那么刚才这个全同事也讲。就是说，灾防法里面对于所谓主动救灾投入的兵力的这个部分，尤其后备部队，这已经是有这样一个法源了。所以我们建议说，在这边如果再把它做一个复合式的加征的话，我觉得说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好，谢谢。好，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这案就，我想我们尊重国防部这边的意见哈，我们先维持原条文哈。好，接下来请宣读第41条。行政院提案第41条，应受动员召集或临时召集之后备军人及补充兵，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予缓召：一、患病经证明不堪赴作战任务者；二、现任国防工业之专门技术员工经审查核定者；三、任教于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一年以上之现职专任教师经审查核定者；四、负家庭生计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无其他兄弟姐妹负担家庭生计；二、兄弟姐妹均在营服役；三、兄弟姐妹均未满20岁；四、经核定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五、无兄弟姐妹而其父或母已年逾60岁或死亡者，但父母俱亡者不在此限；六、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在追诉中者，或犯罪处徒刑在执行中者，前项缓召原因消灭时仍受召集。另外委员吕玉玲等三人所提修正动议，在第41条第一项第三款修正如下：任教于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括弧含专科学校5年至前3年）（括弧一年以上之现职专任教师）经审查核定者，以上宣读。好，谢谢。来，国防部。国防部的意见是建议依照行政的版本来通过。那么，但是刚才委员吕委员有提这样一个意见哈，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哦，对，那个修正动议要不要念一下？念了啊。报主席，那原修正条文是只有这个高中含以下的教师，那当时配合那个车联国教，那现在增订的包括有这个专科学校5年制，不晓得这样子多出来的人有多少，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未来我们后备整个一个教育召集。修正动议，对对。好，你们有计算过吗？这要看教育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料。教育部现场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有多少？如果少的话，我就分给你。主席，各位委员，那有关这个41条第一项第三款有关这个申请缓召这个适用对象啊，原来是国民学校的教员，现在我们配合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实施呢，说延伸到我们高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啊，那现在刚刚李委员有提到提案提出来要增列专科学校5年制前3年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假如说要实施的话，我们是乐观其成同意来做增列专科学校5年制前3年这个。规范，我们教育部的立场是，同乐观其成哈。对，我们12年国教的部分是包含这专科学校5年制前3年这一部分吗？有没有这个所谓的12年国教？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有关这个专科前3年，就5专的前3年哈，这个部分是规范在我们整个专科学校法里面。那我们高级中等教育法是规范在高中高职以下的这个部分了哈，那但是我们5专前3年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比照高中高职做学费上的一个补助，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哦，你学费上有做补助。对。那所以它也算是12年国教里面的一部分。应该不是应该，法律上你们有没有界定呢？法律上是没有界定这个，不过我们现在是适用在我们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入学方式的里面一种。这个我们其他委员没有意见。12年国教就是国民义务教育，前6年前加国小，再上3年的国中，就是强制入学的教育，所以这加起来是12年，所以
五专的前三年是不是等于高中？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在教育部就有补助这个学费，就是算是有编制的，是，所以应该就纳入一起，对我们孩子的教授教权才不会被影响。报告员，这个我们部里面的立场是啊，同意，你们同意吗？同意嘛，那是国防部了。鲍委员，如果那个数据啊，虽然现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是我想，以刚才刘委员所提的五专前三年比较高中这样一个状况，其实我们也赞同教育部的这个意见。好，所以都没有意见。好，那来罗委员。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实务上哈，因为五专就是整体了，虽然有前三年哈，那这个老师可能是教四年级以上，然后他接一个课在一年级，那个判定上会不会有困难？因为很多老师他事实上他一到五都教啊，就会发生说 我如果是老师，我万一我教了三年级跟四年级，那我到底算四年级还算三年级的老师？好，会不会到后来就全校的老师都适用了？这有可能了，就是说全校的老师变都有可能适用的了，其实就变成，其实这个人数不多了，好，人数不多了。包委员，教育部，我们 这部分人数你们没有掌握啊、哦。因为现在教育部没有这个人数，如果说这个样的人数不多，对我们这一块应该我们可以同意。其实这样讲啦，这个当然也不是用人数多寡来定了，这是法律平等的问题嘛。好，如果他符合这个要件，你如果说用十二年国教来切，就当初你们要增订这一个条文内容，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认为，因为现在已经改十二年国教了，所以你必须要去修这个法。那当然，你的比照条件就是应该都一样了，不分说不是以人数做基准的。李委员，这个修订我没有太大意见，我只是担心实务上的困难。好，因为学生可以分前三年、后两年，老师没办法这样分的。老师有可能这个学期有，下学期没有三年级以下的课程啊。实务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最后结果就是变成五专通通可以不用。五专通通可以缓招，因为他实务上来讲，他可能一二三四五都有课，所以教育部跟国防部还是要想清楚哦，因为到时候实务上认定会有很多麻烦的地方。罗委员提醒也没有错啦，因为会不会说今年缓招，明年不能缓招，因为明年只有教四年级的，或者我们那个教招这个征兵啊，是到几岁？三十五还是四十？三十五。现在义务役的兵是三十六岁，志愿役的兵是四十五岁，然后后面的有到五十岁，有到五十八岁的不等，有各界。没有，一般我们像当专科学校的教师吧，这大部分都到三十五岁吧，这个兵种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年龄上应该可以被接受吧？如果说我们不要用前三年定，五专都可以呢。他如果现在已经到了厨役，那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是啊，过了这个厨役，更正刚应该讲三十六啊，义务役的兵是三十六，志愿役的兵是四十五。他如果这个老师已经，他是义务役的，很多老师当然是那个军官啦、啊。那军官的话，又是到四十五岁，还有到五十岁的，不一定，看他各阶。所以他在任教这个期间，应该是还没有厨役。所以照这样子的计算方式的话，他这个年龄跟他现在已经是在教我们的专科学校，所以这个人数虽然说不是用人数去确定了，但是个权利了啊。当然，我们对于他的缓招，那有教招，他有要服这个教招的义务了。但是我们孩子的受教权，我们也不要去影响，因为你这个教招这个时间有时候是五到七天不等嘛，那孩子上课这个时间没有老师怎么办？所以这个我是认为还是可以执行的啦。鲍委员，我想那个教招的这个时间呢、啊，我们不会说一个学校同时间就把所有的都招，它是分梯次的，所以基本上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对，所以就是分梯次，所以可以去搭配执行，不会影响。不会说因为人数的多少会去影响嘛？鲍委员，我是不是建议哈、啊？当您的提议啊是非常利益良善的，但是刚才罗委员跟还有这个主席有提，就是说
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我们是不是针对您那个题，我们经过研究有确切数据以后，我们再来做增订。那么现在是不是建议用一行政的版本来通过？刚刚我们有争议的部分就是专科学校，那高职啊，高职就没有争议吧？高中以下，高中那是分案题啊。高中职，包委员他是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哎，那个都没有问题，职校没有问题嘛？高中职啊。主席，我可以请问一下啊，是主席，那个原来的条文是现任国民学校的教员嘛，哈，这边没有分所谓专任不专任，还是实务上你们都只针对专任？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约聘的哈，一年的、两年任期这种，实务上你们在缓招的部分是只要是现任国民学校教员就可以，还是要专任的现任国民学校教员？现在都要专任，而且是合格教师。OK， 好，所以你们只是把明确化变成现职专任嘛，哈 ，OK。好，请。我还是有意见呢，因为我们在立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先决的条件就是说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这个部分来定五专前三年比照高中职，对不对？那我们十二年国教的范围，那你说的公平缓招的这个教师的公平性，那学生这个十二年国教，那对他们的公平性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用一致性来处理，好不好？包委员，那个五专前三年哦。那个是规范在那个我们的高级中等教育法的学会补助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说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包括我们五专的前三年啦。现在法规上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做以上报告。谢谢。所以五专前三年不算十二年国教的范畴，是这样吗？不是，等一下。规范是没有明确规范说它是我们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了，但是学会里面有补助了。这还是没有回答。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我的小孩子他去念五专，那算不算有，就是说没有尽到他应该受十二年国教的义务？你懂意思吗？你虽然有补助他学费啦，但是你刚刚讲法律上他没有涵盖到，十二年国教的范畴里面嘛，语法里面没有明定嘛，对，适用不一样的法规啦，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如果那些小孩子去念五专的，那他到底算不算完成十二年国教？因为他后面还有两年的专科教育啊，所以他只要念三年就算完成。他是五专，然后前三年是属于高中阶段的那。那我一说教育部，你们要去界定好了，因为这个这样子是很模糊跟矛盾的啦。你又给他补助，但是你又说你没有在法律上去明定他属于十二年国教的范围。那家长或者小孩子他变成无所适从啊！我如果今天去念了五专，那 我哪里得补助？然后你又跟我讲那不是十二年国教，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他是还要再去念一个高中来完成十二年国教吗？不是吗？好，所以教育部你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是只要五专就算十二年国教的一部分，你应该很清楚的讲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其实就不用讨论了，就是就 OK 了。包括主席，那个我们就是说，前三年是我们属于高中高职这个阶段，但后三年还有两年的一个专科教育啊，所以这部分呢、我们没有去规范它。专科学校法里面有，所以前三年算同等学历，是吗？他们可以转到高中职来啊。所以今天如果他在五专念了三年，然后你可不可以发给他高中毕业证书？假设他五专没有毕业，他在五专念了三年，
那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个高中证书？不行。不行嘛？不行。啊，同等学历测验可以吗？参加学历鉴定考试，就还要再去参加学历鉴定考试、哎，对对、哎。但是他也可以转到我们一般的高中职。我知道转学当然可以啊，转学当然，可是他已经念了三年了嘛，你要转去再从高一念，还是高二念，还是高三念？要看他在专科学校所就读的年级，然后转换过去，转学到我们比照。那他如果念了四年了呢？五专念四年，然后转去哪里？高四。他也可以降转，也可以降转。所以原则上今天我们就是清楚一件事情，五专念三年就等同于完成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对不对？不能这样认定，不能这样认定。啊，不在国防外交的范围。鲍委员，我们还是建议维持现在的版本。但是问题有一个数据出来，他要再增订再增订，不然的话大家卡这边也是。我觉得这样啦，不然你就是要有一个附带决议啦，在后面有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说，刚刚吕友员他所提的那个临时动议的部分，看能不能用附带决议，就是去处理它，就是因为你今天列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从九年的义务教育改成十二年国教，所以你去提这一个。修法嘛，那是不是只要是符合十二年国教的这一个范围内的这一些专业专任的教师，他都能够适用缓招？好，那这部分在五专的部分，是不是把吕友员那一个提案哦，修正动议列入我们的附带决议里面？这样可不可以？在这样修法，这样对不对？现在决议的参考也没有强制去处理。但是如果他行政部门在执行的时候，他可以参考啊。对啊，就变成你国防部你在执行，你在实务上面的执行认定上面是给你一个弹性啊。但是你可能必须照这个附带决议去往这个附带决议的精神去走啊。对，这样可以吗？报告主席，嗯、我们因为在处法令哈、哦。的部分，你用附带决议的话，反而造成很多空窗，这样子变成是有授权，他们有很多行政授权，你喜欢他你就让他缓招、啊、不喜欢他就对不起，这个法条没写，要么你就要写清楚，要么就是不要，这样比较好。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决议的，它是一个法律的定定、嗯、所以用附带决议比较奇怪一点。好，那这样我们要决定要不要把，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103年在执行那个十二年国，所以他们才把高中增列进去。那增列进去，你既然你的立这个法的时候，你就写十二年国教。那所以本席所提的五专的前三年，就是符合你们所提的这个法令，所以你就把这个编进去，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弹性处理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且高职也是没有问题啦。五专的前三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你在执行上的话，你们就可以去弹性处理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先就这样子定下去了？好，我再问一下，国防部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是照修正动议通过。教育部同意这个修正意见。教育部同意啊、哦。国防部，国防部没意见。国防部没意见。好，来，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好。国防现行版本的第三款，第一项。把第现行条文的41条的。这应该算修正条文的第三款。第一项第三款，按允许委员修正其他，照修正条文通过这样。好，你讲一下。报委员会有关于行政院修正第41条的修正条文第一项第三款按吕委员条文修正通过，其余按行政院修正条文通过。好，这样没有意见，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照刚才的决议哈。谢谢。接下来我们这是兵役法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请宣读第四十四条。兵役法行政院提案版本第四十四条，国民为国服兵役时享有下列权利：一、在营服役或接受常备兵役军事训练期间，学生保留学籍，职工保留抵缺年资；二、在营服役或接受常备兵役军事训练期间，其家属不能维持生活时，应由政府负责扶助之；三、因服战时勤务或执行公务受伤残废者，政府应负教养之责，或依其志愿资送回乡；四、战死或因公殒命者之子女，其家庭无力教养时，政府应负责教养至其成年为止；战殉或因公殒命者之遗族，比照国军退出役官兵遗眷，由政府依相关法令妥善照顾；五、战死或因公殒命者，政府应负安葬之责，并建祠立碑，定时祭祀，列序方志，以资表彰；六、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现役军人及其配偶，前款现役军人之配偶的葬错于军人公墓；七、其他勋赏、抚恤、保险、伤亡慰问、安养津贴及优待等法令规定应享之权利。前项第六款规定，于国军退出役官兵取得荣誉国民证之本人及其配偶死亡者准用之。第一项第六款及前项所定事项，政府得视财政状况审酌办理之，其资格程序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国防部、内政部分别定之。以上宣读。好，谢谢。来国防部。是国防部建议啊，为了落实政府照顾国军官兵及配偶的政策哈，那么兼顾符合葬错执行的现况，另外配合国军募兵制的推动，增加诱因，所以建议啊，依行政的版本通过。啊，我们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哈，各部委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行政院的版本哈，怎么样？通过啊。好，那么有关兵役法啊，第十七条、十八条、三十七条、四十一条、四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啊，业已审查完竣，我们报请院会审议。那院会审议前是否需要党团协商？应该不需要了啊，我们刚刚都已经该这个修订的已经修订过了，好。那院会审议时，我们请推派一位委员就议案啊来做补充说明，来请大家推派。那就我这边先代表，好不好？好，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审查《军人抚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军人抚恤条例修正案，委员江启臣等十七人所提。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因公死亡：一、执行公务因而死亡者；二、为保卫公共安全或救护公务因而死亡者；三、为救护公共灾害因而死亡者；四、在营区内发生意外或触发疾病因而死亡者；五、往返营区途中发生意外或触发疾病因而死亡，该意外或疾病与服勤具有因果关系者；六、公差遇险或罹病以致死亡者；七、戮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前项各款原因所致之伤残为因公伤残，但第四款、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伤残不适用之。以上宣读。好，我们先就这个抚恤条例第七条哈的条文修正草案，我们看来国防部。针对委员的提案，国防部同意委员的提案内容。好，我们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主席委员，那个为了条文的一致性哈，那个最后加一个者，好吧？积劳过度一致者，因为同有。好。那个主席来，刘委员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在那个劳动法令里面的那个过劳死，其实它的定义还不是那么齐全的哈。那刚刚几位委员提到了，我们都可以了解说可以这样做，但在执行上面，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
现在军方的保险，他们是军保，军保里面并没有过劳死这个名词啊，是不是？还是有？有。那过劳死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长期这个陆力公务，然后造成身心不堪负荷的状况。不，我知道，我现在的意思就这样。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叫猝死，猝死就是说也许他突然急性中风或干嘛的。那这个跟过劳死是不一样呢。所以我们有军医吗？有军医？有局长了，可以不来解释一下，在军方里面的执行勤务到过劳死，它的定义跟我们在劳保里面的过劳死是怎么样区分的？鲍委员，事实上这一部分的定义啊，我们也是引用劳动部的那个定义啊，包括他的工作的那个时数，以及他发病前的六个月啊，他的加班的时数有多少，然后他的那个工作的负荷有多少，他有一定的一个职业医学的一个判定标准。所以是劳动条件也要放进去嘛？那请问一下保军保的人，你怎么样做这个劳动条件，说他是连续加班在六个月内超过时数？我的意思是说，军方的，比如说飞行也好，海军，好像比如说我们去潜舰，一出去六十天都报加班吗？那这样子随便是什么病都叫过劳死喽？应该是依据他的本身的执勤的时间跟他的记录。我是说，你就你的医疗专业来讲，他的过劳死有很多成因嘛，哈。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军方也不能叫劳动条件，就是他在这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譬如说上班八小时，如果你超过八小时，第九、第十小时的话，那就是报加班费，然后又不能要有原来的增加三分之一的薪俸等等这些，那在军方是怎么定义这个啦？我跟委员报告，执行上面怎么定义、啊？军职人员的加班哈，其实我应该这样说，没有所谓加班，你叫任务来我们就执行。而且我即便是比方说超过八小时那个工时以后，第九个小时只有误餐费而已，他没有加班费。是啊，啊，刚刚你军医局的这一位，对不起，我不想说猝死的条件，局长猝死的条件，对，那他刚讲到了猝死的条件，就是他前面六个月他看看他的加班超过这个，那你怎么样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具体数据？你不能啊，果然没错，他前面六个月天天都属于战备期。这不能这样子定义，这样太笼统模糊了吗？所以如果你的过劳死的定义是比照劳动部的处理的方式的话，那我觉得军方这样子你就要看看你的军保里面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定义会比较好哦，否则会有空窗。对，我们有定这样的过劳死的这样一个规定，而且是在104年的一月一号通过的施行的，新的已经有了是吗？军人保险条已经通过了，对，真的、啊、已经有通过了是吧？通过了。好，那我就尊重吧哈。好，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照这个修正条文哈，我们在原来的修正文字那边哈，改成陆力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者，啊，我们就这样子的修正条文通过啊。接下来我们请宣读第33条。委员江启臣等17人所提《军人抚恤条例》第33条修正条文，第33条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期抚恤金之权利，自各该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可行使时起算，前项因不可抗力事由不能请领或续领抚恤金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得保留其请领及续领抚恤金之权利，并依实际拒领时之给予标准发给之。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看这一条大家有没有意见？同意委员的意见。好，这个很简单啊，这只是照行政那个程序法来做修订而已啊。好，如果没有，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的话，我们照修正条文通过啊。好，那有关《军人抚恤条例》第7条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业已审查完竣啊，我们报请院会审议。那院会审议前是否要经党团协商啊？应该不用啊。那院会审议时，我们推派一位委员就议案来做补充说明。来，请推派。那不，我这边就代表说明了啊。好，
那委员最后这个委员赖瑞龙所提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行政院在两周内答复啊。我们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散会，谢谢。